球，我不管是往上、往下或是不动，那个结果都是一样，都接不到。那他可能就是这三个的这个 value 都会是一样。可是如果说在这个部分我往上的时候，我是可以接到球的。那但是我不动或是往下，是拿不到这个奖励的。那他们之间就会差距出来。然后你可以看到图三，那这个 value 的差距就更大。然后到图四的时候，就跟第一个状况一样，就是我不管怎么做，这个 value 的都不会拿到，所以说它 value 就会更低。然后再来就是要先讲 Q learning 的部分，就是 Q learning 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家要知道，就是 Q value 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我的理解而言，我觉得 Q value 就是在一个 specific 的 state 下面，我做一个 specific 的 action。然后我就照着，就只有在这个特定的 state 上面做这个特定的 action， 然后我就依照我之前既定的 policy， 然后一直做到底，然后整个过程都过。我觉得这个是 Q value 的意思。然后如果在 Q value 里面的话，它会把它以后是就是你的 expectation 全部的你的 reward 每一步的 reward 它叠加，但是重点是它这边会有一个 gamma， 这个 gamma 是一个 discount factor。就等于说，它可能是 0.59 或是 0.99， 然后你越就是它有点像一步一步一步走，那你越后面的步骤的话，它乘上 discount factor， 它的释放数就会跟着上升。就可能说我第一步我可能是100个 point， 我会拿到100个奖励；第二步我也可以拿到100个奖励；第三步我可以拿到100个奖励。但是我的 discount factor 假设是 0.9 的话，我第二步事实上算起来是90，然后第二步就会是80，所以说。对于说越远的这个 reward， 它会因为 discount factor 释放的累积，它对于它的用就会比较小一点。然后再来要讲就是那个 Q learning 的那个想法是什么，就是哦，它 Q learning 它储存这个它的储存它贝塔方式好像是用 Q table 的方式，然后跟后面我讲到的就是那个 deep coding 的分里面，那同样就是它。他会先有一个 initial 的 Q table， 然后他会选择一个 action 去做。像我刚刚讲，你的 agent 就是哦，就是在那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循环，就是你会有一个 agent 跟一个 environment， 然后你的 agent 会做一个 action 到这个 environment 里面，他会因为他现在的 state 是什么，就是他现在 observe 这个 environment 状况是什么，他会自己评估一个 state， 根据他以前的 experience 或者是他预测未来，他会有自己。State， 然后他会根据这个 state 去做 action， 进到 environment 里面，然后 environment 里面就会回馈一个 feedback， 就是 reward 给这个 agent。那 Q learning 就是一个典型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所以说他会有一个 initial 的 Q table， 那他之后就是要去练习那个 Q table。那我看那个 Q table 好像就是有点像是格子一样，就是这个就是可能往上、往下、往左、往右。它那个 Q table 的话，它一开始的 Q 里面的那个 Q value 都是零，然后它在就是像右前面很多 attribute 的话，它会标旁边的就是那个坐标，就它有横坐标和纵坐标，然后它的一个横坐标的话是它的执行的 action， 像是游戏的话就它就。向左、向右，还有就是 press fire， 所以三个人都是这样。然后我记得你说的话，就是像他讲，就是 Q table 它的横坐标可能就是上下左右这样，然后纵坐标就是可能有不同种的 feedback， 就是你可能有，就是你可能有加一，或者什么，就是要看那个任务的不一样。对，然后后面他就会 choose 这个 action 后，他去执行这个 action， 然后他会去 measure 那个 environment 给他的 reward。然后他就会 update 他的 QA， 然后 update QA 以后，他就重新的过程，然后他又选根据他的这个 Q table 去选他的 action 的角度，然后这个都是现在都是在讲 Q value 那个 Q value 的部分。好，然后 OK 好，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比较特别，就是这个地方我想要比较就是 Q learning 跟 Deep Q learning， 就是在这个 value action function 跟State Action Function 的部分，就是差别是在哪里？就是我们是想说 ，Q Learning 它是把 State 跟 Action
算出很多在 specific state 跟 specific action 的 domain。 然后它有一个后面会讲到，就是说它会算出来这么多 domain 里面，它去算一个 max 的这个你的 domain 是多少，就是可能在这 specific state 下面我会有一个 action， 可能是这个 action t 它的 domain 就是比其他更大，那它可能就会选择去做后面执行。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在做，就是他说决定要就是要走哪一步的时候，他看 Q value 没有变大。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就像第一步的 Q value 其实都是一样，就是他预测一个值，他如果他没有特定情况发生的话，可能其实可能是一样。那不知道走哪一步的时候，他就会有随机性的调整。就是这个他就是说他 exploration 他是就是他是在想要找一个 Q value 最大的。就是信息的他知道 Q value 最大的东西，可是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当他不知道或者是他有一部分想要随机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就是他就会随机转，然后他的 problem 就是他的那个几率就是 epsilon， 然后就是这个 epsilon 会随着就是他的训练之后越来就是 epsilon 会越来越小，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就是他的那个环境还没有探索，他不知道哪一个 policy。不知道哪个可以达到最棒，就是最后 Q value 可以最大，就是达到最好的结果。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要探索性的大一点，所以他的那个 epsilon 就是随机的几率会比较高。他之后已经大部分探索完之后，他就会比较遵守就是走 Q value 最大的，然后就是greedy 的 class。所以他的 part 就是他的那个 epsilon 就越来越小，然后他的几率变成一减 epsilon。这边就是说，这是他的那个公式，就是Target Q Network， 就是他的那个公式的。然后他这边地方就是说他会要找现阶段他就是发生，就是现阶段找到最好的 Q value， 所以他这边在写说 R 加 Gamma Max， 然后 Q 的 S O A 跟 S Strong 跟 A Strong， 然后就这个地方他特别是强调就是。刚刚都有讲说，我想要先讲介绍就是 Q 跟零，所以 Q 跟零跟后面那个就是 Deep Q 跟他们 update Q value 的方式好像有一些不同。那这个地方是 Q 跟零的 update Q value 的部分，就是这个 target Q value， 我们确那个应该是后面在那个 Deep Q 跟零时候会有概念，就是会有 target Q network 跟它那个 main Q network。那这边这个是可以说就是它是用 real main equation， 就是好像是动态预测那个。就是未来几步的那个的分布，就是 world 分布嘛，它有一个格子，就是应该说它可以有一个，就是你现在有的 world 加上你的 discount factor 乘上你的这个，就是你的下一个 state 跟下一个 action 所产生的 value， 因为它是一个预测下一步的 value， 就是下一步的 value， 然后它 update 它 value 的方式就是它用它预测的。去减掉它这个现在 Q value， 然后乘上一个系数，然后再加回去，就是慢慢把它跟它之间的差距慢慢就是越高越近的样子。然后就是前面就说，就是他要让那个前面那个 R 那个 reward， 就是因为 Q learning 它是一种就是 T 的策略，然后 T 就是他要让就是 R， 因为它每一步就是现在现阶段那个。State 是 T 的时候，它的 Q value 或者是这边写的 T， 然后到下一步的时候变成就是 开的 ST 加 B， 那中间它们差的那个 variance 就是每就是它接走下一步的 reward， 它会希望说就它是它的差距越来越小，就是有点像就我自己理解它有点类似那种等差的概念。然后就是 Q learning 的时候，它是走 T 像 T B 的策略。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就是这个论文。对，然后接下来就要讲到 deep learning， 然后接到 deep learning 的时候，大家要先看这个图，就是前面可能在那个 deep learning 的时候，它这条进入方式都会是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上下左右，然后再加一个 feedback。那可是如果进到 deep learning 的话，它可能前面就会比较重要，就是它前面会多加一个 convolution network， 就它可以处理影像的方式，然后在最后再慢慢那个送到这个 fully connected layer 的时候，它 output 也可以。就是
训练模型一直想要去跟进的东西，但是同样就是 Target Q Network 同样会跟进的。那就是我们先看就是 Target Q Network 的那个公司是什么，然后跟前面那个 Building Equation 就是其实长得非常的像的，然后就会是有一个 R， 就是前面的可能前从前一步到这边的 reward， 然后再加上一个 max 的，就是你的 Q 的，你 Q 你的要在一个 specific state， 只是在下一步，因为它是 S 方，然后这边是 S 方，都是下一步，现在下一步的 max 的 reward， 就是你在下一步 state 里面，你做一个 specific 的 action， 就是这个 A 方得到的 reward， 然后成长这个 S 方 factor， 然后再把它加起来，然后它会求一个这个期望值。然后这就是它的 target value。然后那它是这个 model 是怎么更新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个 Y 型就是那个对 target value， 然后后面这个是 make value。然后它其实要的就是要把这个 make value 一直去跟那个越来越接近，就是对 target value， 就是透过参差平衡。那这两个 reward 的差距算出来以后，它会就是这就是它的 loss function， 然后它会用梯度下降法回去更新这个 main Q network 跟 target Q network， 然后 main Q network 它会更新的比较勤奋，就是它会一直在更新，但是那个 target Q network 呢，它其实它会去 copy 就是 main Q network 的 parameter 过来，但是它会不同的，就是它不会一次 copy 完，就是可能这个应该这样讲，它的 Q network 它在 update 它的 parameter 的时候，它会比较慢一点，但是 main Q network 在 update 它的 parameter 的时候会比较勤奋一点，然后它的 Q network update 它的 parameter 的环境就是 copy main Q network 的 parameter 过来。然后就我们就因为就是他训练模型的时候，他不能就是 make Q value 跟 target Q value 就是 value， 他同时都懂，所以他就是他会先让 make Q value 先懂，然后之后再换 target Q value 这样。所以他就是一开始训练，因为他要让就是 make Q value 越接近 target Q value 嘛，所以他就是要先固定 target Q value， 他是这样子。然后这张图就是可以把刚刚就是讲不清楚的地方再讲清楚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边就是有个 environment， 然后这个 new work for prediction 就是我认为的那个 main Q network， 对，那它会在一个 specific， 它会有 action 过去，然后它也会有 feedback 那些的，所以说当它在这个 environment 有做一些跟它有做一些互动的时候，它其实会储存它的 current， 就是现在的 state， 现在 action， 现在的 reward。跟这个应该是 S 方，应该是下一步的那个 state 是什么？对，然后这个东西会进入这个 reply buffer 里面，对 reply buffer 里面，然后它会储存起来，然后它是怎么说？就是他说，就 reply 的 buffer 它是。就是再把刚刚讲不清楚的，就是再细部的讲，就是
是说前面这个部分大概在讲，就是说这个 agent 是怎么跟这个 environment 互动，所以说他可能会对，就是他互动的时候，反正前面都在讲他怎么互动，他最后就是 store 这个就是 run state run action run void next state 进到这个 D 就是 reply buffer 里面，对，然后他会从这个 buffer 里面随机就是 sample random 的 mini batch， 然后送到那个刚刚有讲就是这那个 making network 的 target network 里面，对，然后这边在讲的就是 target network， 因为他跟 Union 这个就是跟那个 Billman Equation 讲，这个他这边就是在讲是说他跟 Union 是怎么样去预测下一步的那个就是的 Q Value， 因为就我认知他跟 Union 他跟 Q Value 是比较有预测问那个未来的感觉，那 Make Network 就是没有像他那样子做，然后有个 Term， 然后如果说你已经到最后一步的 Stage 的话，他就不会再加一个Next stage 的这个 max value 的 reward 进来，所以它就是直接是输出就是那个 RJ， 然后再一样在 perform 它的 gradient discount 的时候，它就是一样就是 YI 去减掉，就是这个就是 target value 去减掉 max value 的平方参数，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想法，就是不确定是百分之百对，但是就是 main Q value 跟 target Q value。想法是说，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这个 R 跟后面这个就是 Gamma Max AQ 这个跟就是跟前面这个是一样的概念。然后我们是想说，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Target Q， 它用的是 Next Stage， 就是 T2 就是第二个时间点的 Stage 是什么？那刚有讲到，就是 Q Value 的概念，就是说在这个 Specific 的 Stage， 这个 Specific 我做一个 Specific 的 Action， 那后面我就照着我自己原本它是去做进行，那在整个过程可以得到多少？那因为 target Q value， 它前面已经经历过真实的，就是 true 的 reward 是多少，所以说它可能会比这个 make value 要久。那他们之间要拉近的就是这个的距离，所以说在减的时候，我们之前就是有看到公司就变成说这个它会写成像是就是 make Q value 去减掉。还有 value 这部分会更大，然后还要让他们之间差距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对，然后下面这边，所以这个就是我是想说，就是可能就是像 general 是 final， 就是 general 是就随便反正就是后面，就是对，然后它下面就是它上面不是 j 减一，那 j 减一的时候它预测就是 j， 然后现在就是 r j 减一加上，就是它那时候的 reward， 然后加上 gamma 这样就是。R max 的J 加一，然后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就是那时候把那个就是 R max 的 J， 我把它带就是带进用那个 YJ 带进去，然后就是大家看出来这样，然后就是我觉得说这样可以，就是这样对我来说可以解释，就是 Q value 它可以预测到未来的年，然后因为它那个论文里面写出的它是就是gamma， 然后就是加上什么 gamma 平方什么，反正就是它是有一个就是因为用那个就是。所以他是用那个伽马去乘好几个平方。对，他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个从 T 2到 T final 的这个东西，他给他剖析，就是他把它拆开。就像我们刚刚最前面讲到那个 Q learning 的地方，它就是一个 Q learning reward 加上一个伽马一次方乘上 next day 的 reward， 加上一个伽马二次方乘上 next day 的 reward， 那是这样一次累积下去。那其实这整个加起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然后。那个郑秀秀讲，就是说他可以把这个拆开来，就是透过从起始点，然后再来下一步骤，把他的 next 这个再打开放进去，所以他伽马会乘上这个，然后伽马再乘进去那个伽马平方的这个。好，然后最后要讲的就是那个就是在从 Q learning 到 Deep Q learning， 还 Deep Q 从 Q learning 到 Deep Q network， 然后再到 Double Deep Q network，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 Deep Q Network 它的 Q value 就是有时候会过多的去计算，因为像我刚刚讲，它的在选择它的
个是那个，这个是 menu， 就是他会用那个 menu 来选择一个 action， 认为说在这个 topic menu 中他要去做这个 action。对，那他选了这个 action， 他选了这个 action 的时候，这边不一定会采取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选择机制。就承认说那个，这个嘛，就是他是。就是Mango 跟 Target Q， 他们两个是，就是因为 Target Q 是附近的，所以他们其实他虽然在一个时间中，他们更新的次数不一样，是更新的时间不一样，他们其实是同一个，就是可以说接近是同一个模型出来，所以他们的缺点其实在于说，就是他们可能会就是前面说 overestimate 那个 Q value， 那这样子他们可能就会有错误的预测，所以后面就是他的 WDQ， 他就是说他把Target Q 跟 Main Q 分开，然后像他前面就是说，如果就是 Main Q， 他会选出一个他觉得 Q value 最高的动作，然后他去给 Target Q， 而 Target Q 会把这个 Q value 算出来。所以他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如果这时候 Main Q 他 overestimate， 可是 Target Q 算出来，他不一定会 overestimate， 就是他可能就是就是他可以就是弥补这个错误。那如果这时候是 Target Q value， 他对这个Q value 会 overestimate， 可是这时候只要 main Q 不要把它就是丢给 target Q 掉，所以就是有点像 main Q 它是一个体验的角色，然后 target Q 执行。那它就是里面它体验出来，就是它觉得它体验错了，可是 target Q 只要不接受。那个好，报告了。好，那个我们还是非常就是觉得就是大一的这些人啊，我们看这个 deep learning 啊，这个我们必须肯定他非常辛苦啊。我只有一个小问题，我在这一篇我不让大家问好不好？因为你们有问题吗？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想你们应该听不太懂，而且就是我老实讲，你们最后在胡言乱语。就你们最后讲的其实不是，其实你们后面的理解是有点问题的。好，不过大概没有问题啦，分数还是会非常好的，好不好？那但是就是你们最后讲 target Q 跟那个 main Q， 你们讲的完全都是错的。而且我有一个问题，我给你们看那篇 paper 是13年的，不是吗？那为什么这边有一个16的？你们后来一直往后读，对不对？因为你们往后读，所以你们混淆那个东西。至少在13年那一篇的时候是没有 TAQ Network 这个东西的，好不好？所以你们把结果，你们看了后面的东西，然后你们把 TAQ Network 放到前面去，然后想象出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误解难免会有啦。啊，我还是你们的理解品质应该已经非常高了，可是我觉得就是我还是要花一些时间，就是在大家印象还没有完全结束之前，然后我就花五分钟的时间，然后我再讲一次，我用你们里面的图，然后再讲一次，好不好？好，那就是因为就是前面的 introduction，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怎么样五分钟就要把一篇 paper 讲了，这个是需要学习的，这不是就是我对你们来确实是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你们超过五分钟，不过没有关系，其实超过蛮多的。对，好，那我来讲一下，就是如果是我来报这篇 paper 的话，我会怎么跟大家介绍？好。这篇 paper 的关键哦，就是因为我已经非常通了，所以我可以只用五分钟就把这篇 paper 讲。这篇 paper 的关键是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强化学习。强化学习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今天我在玩一个游戏，这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强化学习的任务。我在玩一个游戏，这个我想要控制这个，举例来说，如这个 archery game， 我想要控制这个东西，然后让他可以就是分数得到越高越好，那这个就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情境，类似下围棋、打电动都可以用这个，都是套用到这个情境来的。那我想要注意我的目标，我的目标不是当下得最多分，我的目标是整场游戏玩下来之后得到最多分，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任务特别的地方。那整场游戏下来得到最多分跟当下得到最多分，
这两个任务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大不一样是，如果今天你在玩，比方说一个这个超级玛丽的游戏，前面有一颗金币，那同样有个洞，那你吃了以后就会掉下洞里面。那如果不吃，你就还可以再去吃其他金币。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择？这个时候你一定会选择跳过那颗金币，对不对？好，所以你需要让 model 学习怎么样长最大化长期利益，然后忽略眼前的利益，这样可以了解吧？所以这个模型的资料格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它的资料格式必须要考虑到下一个状态。它这边讲对了，没有错，这张图是错的，这里是 S 没有错，这不是 R， 对，这里是 S 没有错。它讲就是它刚有发现这个，它可能从哪里抄来的图，这个是错的，没有错，这真的它讲对了哦。所以我觉得理解品质还是算蛮高的啦。你每一次的 data 需要有当下的状态，这可能是当下的游戏画面。你做了什么事 ？Action， 举例来说，如果是下围棋的话，就是你的棋子落在哪个地方，或者是你对那个啊，举例来说你在玩刚刚那个 Atari game， 你可能做了上下左右，你做了什么动作，你得到了当下的什么 reward， 这是当下得到的哦，这不是长期的哦，这是当下的 reward 哦。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长期的利益，你不知道长期的利益要怎么花，对不对？你只知道当下你到底有没有得分嘛，对不对？以及下一个状态，因为如果没有下一个状态的话，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 work。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吧？那如果我都不考虑下一个状态的话，那我就当下得越高分就好了，越好啊，对不对？我就是要把下一个状态会死掉这件事情考虑进去嘛。所以一笔 data 是长成这个样子。好，我现在的问题是我要预测长期利益，可是我只有短期利益啊，那我要怎么预测？所以他想到的方式是用这个方式。他认为，哎，等一下，我如果说下，我举来说我这边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举来说你现在要从国防医学院到台北车站， Google 现在告诉你，像 Google 地图，然后 Google 告诉你说你的这个预计乘车时间是30分钟，等到你走到了那个民权东路口的时候，你可能过了两分钟，这时候 Google 又更新了一次，他说你的预计等待时间是可能刚刚是30分钟，现在变成27分钟。那这样子的话，我可不可以更新 Google 地图的预测？可以哦。为什么？因为 Google 地图在最开始你出国防学的时候是说30分钟，对不对？到了民权东路口的时候他说是27分钟，所以你现在从国防学到了民权东路口这段期间， Google 的估计其实是3分钟，可以吗？但是你开了两分钟，这是不是可以有？这是不是可以 minima 那个 loss？ 所以你听懂我的意思了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个你的 loss function 必须要写成啊，就是必须要写成这个样子。总体的估计时间等于当下你得到的 reward 加上下一个状态的估计值。国防医学院到民权东路口的真实时间，加上从民权东路口到台北车站的估计时间，等于从国防医学院到台北车站的总估计时间，这样可以吧？所以这两个 network 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network， 这两个 network 是同一模一样的哦，都是 Google Map 那个 network， 这样可以吧？好。但他后面就是今天就是我还是就是等于说，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这张图，这张图是应该是原版的，这张图他讲就是也不是原版，这张图找得很好了。来，我们再看一下那个 loss 要怎么写哦。来，他说如果你现在已经是最后一步了，你已经 terminal 了，你是最后一步的话，你要估计的就是最后一小段的那个 R 嘛，对不对？你就是要你因为游戏要结束了，所以你就是预测它。如果游戏还没结束的话，就是 y 就等于 r 加上下一段的估计值，然后你的 loss 就是 y 就是你预测你理论上你要 meet fit 的值嘛，等于你预测出来的值要跟 y 越接近越好，那这个 y 里面有 r 的因素。好，所以我想我这样讲大家应该比较容易听懂，你刚才报的应该会更容易听懂。好，那因为他们就是讲了他
就是 Tucking Network， 所以我还是得强调，我还是得讲一下2013年那篇 paper 以后发生的事情。我刚刚讲的内容是2013年的 paper， 就到那边为止，他们提出了一个很屌的 idea，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也运行得很好。之后像这个任务，后来那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拿来就大概 AlphaGo 拿来下围棋，吓死了，对不对？那个这个什么，后来 ChatGPT 其实也有用这个技术哦，好不好？等一下让你报。好，那他的意思是说，当刚刚那个 network 提出来了以后，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的后面的人发现的事哦，如果今天这个 Q 跟这个 Q 他们两个函数完全一样的时候，就是两个 network 是完全一样的时候，他发现这样的运算常常会出问题，所以他后来把它改成了、这两个它的结构完全一样，但是参数不共享，就是变成两个 network， 然后他们是定时，就是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在 training 这个 model 的时候，它定时，比方说每隔100代就把这个参数复制过来，然后就 fix 住了，就不动。它意思是这个样子。那这张图啊，它的意思是说，因为今天reinforcement learning 是一个有游戏的，是一个有游戏的一个场景哦，所以它会有一个 environment， 它把那个游戏叫做 environment。那这个 network 啊，可以在那个游戏里面做任何的 action， 做完了之后，它一定会给它当下 reward， 以及下一张图游戏的画面嘛，对不对？所以说，透过这个 network 去玩这个 environment， 它一定可得到一组这样的 data， 很多组这样的 data。放在 replay memory， 那 replay memory 就可以拿来更新权重。怎么更新呢？你需要有自己的 network， 还有 target Q network， 还要有当下的 R。为什么？因为 y 等于 R 加上 target Q 的 outcome， 然后这个 y 要跟你 predict Q 要相减，越小越好 ，loss 火穿过来可以更新梯度。好，我就讲到这里。那有没有人有问题的？就我已经讲完了啦，好不好？那个你们刚报的有问题吗？你会发现跟你们理解的 Tuck Q Nail 是不一样的东西啊，还是你们觉得是一样的？差不多，好，没关系，好，请讲。好，哦，前面吗？那个前面你们真的扯太远了，那个。好，我告诉你们这两页哦，其实是你们这两页其实蛮会让人家混乱蛮多的了。好，我刚刚那样讲，我其实没有讲到这个 gamma， 就是这个衰减系数。为什么需要这个衰减系数呢？主要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刚刚说，从这个衰减系数的意思是，这个从国防医学院到民权东路口，我得到实际开的时间嘛，对不对？这个是从民权东路口开到台北车站的估计时间，那他希望啊，这个在估计的时候啊，他觉得右边这个东西啊，他其实是有一些估计可能会失准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希望啊，在这里给他一个就是给他一个零到一之间的数字，不要让他太就是不要让要让他知道说这个东西啊，他其实也有可能是不准。好，所以这个 Bellman equation 他意思就是说，对于越后面的这个代数啊，就是因为这个 Q 你还可以往下猜哦，这个 Q 你还可以往下猜哦，这个 Q S prime A prime， 那你还可以它又等于 R prime 加上 Q S prime prime A prime prime， 一直往下猜嘛，对不对？对于越后面的来讲，它应该会预测的越不准，因为你想想看，为什么这边要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逻辑？因为你现在的车况。你现在开到民权东路口，你现在的车况不代表你到将二十分钟之后，你开到市民大道走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市民大道的车况跟现在的车况可能又差很多啦。所以我要给他一个衰减，那衰减那个时候那边衰减那一小段路衰减的要比较多。那离这个那至于是这个就来说从这个下高速公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衰减就要比下市民大道的少一点，这样可以了解吧？所以它这个 function 啊，你现在看到这个 function， 它其实是你如果看前面，它应该是先把它展开，然后再把它合起来。
这样懂我意思吧？为什么要有伽马？因为之后的事情估计也比较不清楚，我这边要有个衰减系数，然后你们把这个东西放上来，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跟我刚刚讲的主轴完全没关。你看我刚刚完全没有讲这一页，对不对？我告诉你们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是他在讲这个部分，他在讲说我现在有一个这个 Q， 就是有一个 network， 我要去玩这个游戏嘛，对不对？可是我如果永远都是照同的策略玩，尤其是我刚开始训练的还不是很好的时候，我永远都照同的策略玩，那我的 replay memory 永远都只有看到什么状况我就要做什么，看到什么状况我就要做什么，那他不会学到其他可能性，所以他希望他的动作是要有一些随机性的。尤其在最开始我的网络还没有训练得很好，那个游戏策略还很有问题的时候，我要让他乱搞，所以他那边那一页其实是在讲这件事情。好，这样可以吧？好，那在对于那个就是强化学习这个部分，我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了。有没有人有问题的，或者是本来在报的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那可以。好，那我们今天那就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那我们就先这个样子好不好？那个黄同学你先回去好了，好不好？你赶时间，先回去。那我们就下一组，好不好？来，下一组换谁？下一组我们先请，不然大二的好了，来大二，大二方便吗？啊，您大三，大三来。你们的讲义在哪里啊？你们的那个在哪里啊？好，你们找一下。
所以这也是你的第四点，就是利用安全级网络来反复生成图像，然后再把这个图像换进 game 当中执行。那完成训练之后，这个 generator 这个 G 就可以随机产生一个变数 Z， 然后来产生正常的图像 G of Z 这样。那在这个第二阶段就是。先介绍的，如果比如说这边如果我们想要找八这个数字的话，我们就在这边训练八。那我们当我们这边输入八的数据的话，那它就会输出跟八相似的图像。那它的第二步骤就是测试的时候，我们就输入这个没有见过的 data， 然后。用这个没有见过的 data 跟我们刚才这个 generator 输出的这个 G of Z 做比较，那从这个正常影像的 Z 范围中去找出和输入图像最接近的 Z 值，就是这个输出的图像和这个最接近的时候，那这时候用这个 discriminator 去计算 dose， 一开始这个 dose 往往会比较大，那我们透过不断的更新这个例子，会使这个 dose 这边得到 dose 不断减小。那比如说我们设定可能500次好了，那这时候我们这个潜在变量 z 送了 generator， 然后产生的 dose 就会非常小。也就是说，我们这边比如说如果输出这边 z 就是8的话，那但是这边如果输出 z 如果设定6的话，那这边输出的相对跟六非常接近。那这边为什么 discriminator 它是怎么去判断这个异常或是正常？它就是这边它会设定一个合适的阈值。那当这个 loss 太大的话，它这个 discriminator 它算出来的分数若大于这个阈值，就判断它为异常。可是这种方法它最大的缺点就是说，它花很大的资源去找到这个潜在变量 Z 来去对应这个 G of Z， 所以它计算量就会比较大。那接下来就是因为前面这个问题，所以就有人提出了这个 efficient game based anomaly detection 的 EGB， 那它用的就是这个白点技术。那它也是一样分两个阶段进行，它在训练阶段它不只有训练这个阶段。Discriminator 它会多训练一个 encoder， 那 encoder 它就是透过把这个输入图像，它转成一个潜在变量，然后再把这个潜在变量再送进去这个 generator， 那 generator 再产生这个 G of Z， 那是在最后再把这个 G of Z 跟 X 它一起输进这个 discriminator。那等一下我们在介绍我们的模型的时候，也会看到它是类似，它有用到这样类似的结果，就是前面先一个图形，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变成一个影码，然后再从再把这个影码，它透过一个像是 decoder 的元件，再把它产生一个重新产生一个图片这样。那等一下我们会去比较。这两个跟这个技术的不同，它产生的 outcome 的不同。好，那下一个就是刚刚前面两个不同的电脑模型。
这样。
前参与在跟预测结果一定是不像不同，但仍然具有合理性。那模型能够根据其他部分的信息推测被整并群的内容，那进而产生成合理的输出结果。那这表明就是模型能够学习到关于图像的一些常识性知识，例如对物体的场景的整体认知，而不是简单的学习图像中的每个像素点进行预测。Model，pre-trained model，它训练完了以后，这个。
为什么要关灯？因为
哦，六点了，哦哦，好哦。啊。哎，十分钟，哎，五分钟，不要太快，快点，不要太久，快点。五分钟哦。对，第一页，第一页，快速放。哦，好。那你用屏幕的麦克风。好、哦。可是我觉得我声音结构大声哎。好，麻烦你来讲。好。好，那我今天要报这篇是用就是 recurrent network。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的 UI 就是它是进行一些改良之后呢，就是去算出就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就是 clinical 的 dataset， 然后针对于一些就是 mortality 跟就是 IC9 的 diagnosis， 就是一些重症部分的数值来去进行计算，都发现说它这个神经，它这个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它这个地方它是用一个叫 GRN模型，然后发现说它其实就是多一个 mask， 跟 多一个 mask， 还有 time interval 的部分来进行后续计算之后，发现它的确这样子会有很好的匹配效果。然后说我们接下来进行就是 introduction 部分。那我们第一开始呢，这篇 paper 它就大致上就是讲说那个其实。多时间序列的部分，有时候因为多时间序列其实就是我们在进行，比如说我们生物时间常看，就是我们今天会收很多时间点，然后去测细胞存活率啊，然后还有细胞的一些其他的参数什么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多时间序列。但是多时间序列呢，在有些资料就是数据库里面，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临床上面的一些侦测的一些数值，比如说血糖一些。他们 通常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就是 missing 的部分，就是说可能护理站的部分可能没有提到那些数字啊或什么，可是这些数字非常重要，那这时候就会产生出一些 missing data。 那些 missing data 其实就是它需要做什么事情呢？要解决这些 missing data 部分，其实它有一些方案。那这篇 paper 上面其实它就提出 它其实就是以往这个统计学上面有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插补以及筛序的部分，那就可以进行一些解决方案。好，那他今天会使用的就是主要是这两个就是资料库，那就是 MIMIC dataset， 那它是一个就是 clinical care 的 dataset。 那这个 dataset 它主要的这个 dataset 它今天就是主要是把它丢到这个 GRU 的这个模型里面，然后来去算。那这个部分的话，第一开始他其实就是发现说就是那个 informative 的 mixing mix， 其实它 recorrelevels 的 label 这个部分。好，所以他今天其实就是刚刚已经有讲过，他其实就是要把它拿到丢进这个什么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这个 model 里面。计算。那我们平常上课时，其实我们上课的时候就已经有上到。那我们主要用，我们上课的时候教的主要还是一开始教那个叫做 LSTM， 就是长短记忆元。那这个长短记忆元呢，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是比较不一样哦。那这个叫 GRU， 那 GRU 它这个跟长短记忆元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长短记忆元，因为我们在学的时候，长短记忆元它是有一个 memory gate 跟所谓另外一个叫 forget gate。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 GRU 的部分它就把它整合在一起，会变成整合在一起叫做所谓的 update gate。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 Z 跟 R 这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 Z 跟 R 部分其中一个分别就是所谓的 reset gate 以及Reset gate 跟 update gate。 那它在这边 paper 的部分的话，它有不相同的地方，就是说它有一个 mask 的部分，也就是说它在中间这个地方做一个 mask 之后呢，做一个 mask 它可能就是看不到下面的这些数据，之后后面它再进行推定。好，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算出来的结果，其实这算出来 AUC score 的部分它 0.85， 它算出来其实还不错。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最后实验结果呢，他去跟他原本这个 GRU 以及他其实有做不一样的实验，也是不一样 strategy 来去比较化。其实他也可以看到，就是他的这个 GRUD， 就是这改良过这个 model 的情况算出来的数值，
是 AUC score 的数值其实是明显的比较高一点。好，所以说呢，结论就是说，他们利用了这个 GRU 的这个改良这个模型进行运算的情况之下，他们对于这些 Mortality 跟一些其他他们好奇的这些 label 这些 3D 来说的话，是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好，报完。好。这个 finger one 嘛。Yes。对吧？老师，你说这张吗？好，我跟大家讲一下他这篇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这篇想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事情就是他说我们在做医学数据收集的时候，他有一张图，我不知道为什么 被你放到哪里去了，我找他有一张是数据的图，我不知道被你放到哪里去了。好，算了，你把它删了。哎呀，你等我一下，我找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如果没有那张图，这样子很难解释啊。啊，不然我们直接打 GRUD 好了，我应该可以。我们来看 data。怎么那么难找 算了，好了，没关系，我用嘴巴讲好了啦。奇怪，这个等一下我不然我找一下好了。这个是可以去掉了吗？还是已经结束了？这个是结束了，这个结束了。那个就是我们知道你努力了啦，好不好？不过这个跟事实的理解有一些出入，而且不容这样不容易，人家不容易懂。我们看一下 ，current for missing data， 好。哎，我要这张图啊，这张图很重要。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你没有看透这张图的重要性。他讲的是说，就是今天我们把这个 X 啊，把它想成这个是血压，然后这个是，比方说这个是这个是可能呼吸次数好了，我随便讲的啦，就是 X1 是血压 ，X2 是呼吸次数。那他说啊，你如果在 ICU 在量病人 data 的时候，你在第一个时间点，你当然可以记住血压47，然后这个结果呼吸次数没记录到。那第二个时间点呢？血压49，呼吸次数15。第三个时间点，这个血压没有记录到，这个呼吸次数14。这种数据在医学上非常常见。好，那他提出的关键问题是，那请问一下 ，NA 我要怎么解决啊？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NA 是有意义的哦。你不要 NA 随便 ，NA 就是 missing value 啦。你不要 missing value 随便填一个平均值上去哦。不是哦。血压会动不动测不到吗？呼吸会动不动测不到吗？有几种可能嘛？要么就脱落了嘛，要么就是没有嘛，比方说没有呼吸嘛，这样懂我意思吧？或是各种原因把东西关起来。所以他这边提到一个概念 ，missing value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不是说 missing 我要处理，不是说随便丢给他一个值，你丢任何值都不好。我应该要把 missing 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好。
所以说他给了一个 M 这个东西，这个 M 呢，就是去记录说现这个东西它有没有值，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吧？好，可是问题是，你 NA 你也不能够真的随便给他一个值啊，对不对？你还是得给他一些 value 嘛，对不对？所以他就透过了 X 跟 M 的这个相乘啊，就他设计的结构就是这样子，这个 M 跟 X 啊，他们两个要相乘，乘完之后，因为一的有一的才有值嘛。那如果被这个 M 如果是0呢，乘下去就没有值了嘛，对不对？所以是什么值都不重要了，对吧？可以吧？然后再把它一起丢进那个就是 input 里面，丢进这个隐藏层里面，然后让它去做预测。好，所以这篇 paper 的关键是，它利用了医学数据的特，它就是医学数据跟一般数据有很，就是它认为在 missing 的处理上面有很大的不一样。它的 missing 不能算是真的随机不小心的一个不见，而它是有意义的。然后他提出这个 idea， 把这个模型放上来了以后呢，他后面就是做了一圈实验，然后说哦，这个用我的方法 GRUD， 那这个 performance 真的比较高。那这不是这个后面其实要讲不讲都是一样的，因为我跟你们 paper， 他最后一定就是说哦，这个用我的方法结果真的比较好。所以这篇 paper 其实我想要就是我其实给那个就是博士生报主要的原因是哦，我希望就是让大家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哎，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哦，我们现在念的是医学院啊。这个这个很多东西我们看资工系发展的这个电脑科学发展的这个如火如荼啊，我们的专业都不重要，没有，我们专业很重要，好不好？因为如果你想要解决你的问题，你的数据就会有一些你特殊的格式嘛，对不对？那些特殊的格式不见得可以用别人的方法来解决，你要想一个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那这篇我觉得很好是他做了一个验证，就是哎，我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真的最后效果就很好了啊！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医学的研究这个是小众哦，我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们来看一下这篇 paper， 引用次数没有个好几万次，但好歹有1600哦，1600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的数字哦，1600也是很吓人的，好不好？好，这样可以吗？这样这篇其实核心概念是这个啦，这样可以哦，可以哦，好。好，你懂了，好好，可以可以。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我们请 Clipper 上来讲啊，好不好？来，大四的，换你啦，你是核心啊，大四的。没有，你讲完之后，后面有好几篇都跟 Clipper 有关的，好不好？是哦，真的，你讲完之后。
然后第三个是它可以它是利用自然语言作为那个监督信号，就是那个 supervision， 然后来学习那个视觉特征。然后等一下会讲它这个的优点是什么。然后这它的方法，就是这个是 CLIP 就是 Contrastive Language Image Pretraining， 就是它是一个 pretraining， 它是用那个文语言还有那个图像做那个一个对照的训练。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图，它是文字，还有那个 I 就是那个图片， T 就是文字，用文字和图片做一个配对，然后图片就输入到这个图片的 encoder， 然后文字输入到那个文字的 encoder， 然后每一个 training frame 里面有 n 个图片，然后被对应到 n 个那个，我忘记了，就 n 个那个图片被对应到 n 个那个文字。然后这些东西是从那个网络上大家发的那个贴文来的，大家发的贴文，像假如说我去富士山旅行嘛，然后就会拍一张富士山的照片，然后说这在富士山这样，然后它这个就可以对得起来，就是 image 就是你看到富士山，然后 text 就是我在富士山这样，然后这个就是真，就是假如说那个富士山图片是 I1， 然后我在富士山是 T1， 然后这个就对了起来，然后有很多种这种东西，然后他就把它放到这个反正放到这个东西里面，然后他就训练他去寻找正确的那个对照那个东西，就是类似这个概念，就是他也不需要手工去标注，反正就是这样就可以这样对比学习，就是可以非常的，然后。这里好像提到一个 DOS 的部分，那个东西这其实我不太看过。然后下一个这个就是你把这个 clip 做出来之后，你这个 pretraining 出来之后要怎么去做这个 neural prediction， 就是它会去抓那个句子里面特有的词，就像它会说这假如说富士山嘛， a photo of a 富士山，对，然后它就把这个 a photo of a 这东西再加一个，就它不是用单词去做分类，它是用那个句子，它是用那个假如说贴文的那个句子去做那个，然后 a photo of 这个东西就叫 prompt template， 就是那个它是一个提示，就是看到就这东西下面可以接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就可以想要就可以让它那个。去对照那个，就发到 text encoder 之后，然后 image encoder 这样丢进来，然后它可以对照出这个东西，然后它可以出现这个 photo of a dog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没有，就是它不是像一般 ResNet 或是那个 Fusion Learning 是有分类的，它是没有分类的。然后首先把它变成 a photo of a 这样的一个句子，然后假如说这个有一，就是假如说这个 T 有一千类，然后就会生成一千个句子，然后这一千个句子透过预训练好的那个文本的那个 encoder 可以得到一千个文本的特征，然后就是这样去对照，然后对照出来它就可以得到这个，就是它这里的目标是要让这个图片。的文字对照可以有一个最大的 opportunity， 就是最大的几率，然后其他都是很小，所以他这里的那个的目标是这样。然后他的优势就是他的那个核心概念就是他是从自然人类的自然语言去做，就是因为我说他是从那个网络上的贴文抓下来，然后去让他丢到机器里面做学习，然后他很可以很简单的去。扩展它的那个规模，因为只要你有够多的贴文，它就可以看得到，它就可以就是这个 model 可以让那个机器去理解那个图案是什么东西，然后所以它接触到新的图案的话，它就会去看它要让它理解，然后去推测一下这图案是什么，就 predict 那个图案是什么东西，然后它就不是一个就是 representation， 但是它是它可以连接这个东西。这个图案跟那个语言是连接
在一起，就是它不像是一般现今那个 business 还有 Fuchsia 就是只有图案而已，它是可以透过文字的描述按图案去结合去创造这个 flexible 的那个 Fuchsia 的那个就是，就是它可以其实它应用在很多就更广的部分，然后这个是那个比较的，你可以看到这个 Fuchsia 的 clip 它的那个就是平均的分数比较高，然后这个 BitM 还有那个 CLRV 度，这是那个这两个是 Fuchsia 的，然后 ResNet 是那个 Linear Code， 对，就是可以看到他们那个平均的分数有那个差别。然后我的理解就是 ResNet 它是只有从有标注的图片去学习，然后它是有很多个分类的，就是要人去分类它。然后 Fuchsia Learning 就是从人类已经分类好这些分类，然后再把类似的分类聚集在一起给那个机器去学习，就是这两个都从标注的图片学习。然后 Fuchsia Clip 它是从人类自然语言，就是人类平常给这个图片的定义，然后去学习，然后再可以加上前面两个去给它优化。然后它有一些限制，就是它对那个比较细微的分类的那个项目，还有那个比较抽象，然后那个集合的那个任务比较不行。然后还有因为它是那个 non-generative 的那个 model， 所以它对那个创造一个新的东西也比较困难。对，然后还有它没有解决就是现在那个 data efficiency， 就是会用到很多，因为它会吃很多效能。然后还有 social biases 的问题，就是因为那些贴文它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东西，所以你要人为再去把那个 social bias 给就是校正回来比较好。然后还有它是不是就是它 not good out of distribution 的 data， 就 out of distribution data 就像那个 mixed 的，就是给我们看的那个 mixed， 它可能会有其他杂讯，更多杂讯，它没办法去更好的分。然后它就是需要文字，所以像有些视觉的那个概念没办法用文字去描述的话，就比较难做到，就是需要 Fuchsia 的人去帮助。然后应用的话，大家可以想象，然后这也是里面文章提到一个比较有趣的应用，就是这打错字是 style clip， 然后还有 visual style clip， 就是我最开始就要讲到的那个用法，还有这个 clip 的 dictation， 就是它的做那个侦测还蛮有用的，然后还有那个 clip video， 就是它可以去做那个影片的那个剪辑之类的，然后包括这个。也不是，你的理解品质还算高啦，只是说因为这边很核心，我要讲是就是很清楚。对对对，因为我必须这样讲，就是这篇是OpenAI 做的一篇，我自个人认为也是划时代的。那个这篇我们如果要我们的理解品质要非常高，后面那个凯杰讲的东西才听得懂，那 ChatGPT 才讲下去，不然。那个你们是最后了，好不好？因为你们讲 ChatGPT 嘛，对不对？你们那边非常厉害啊，不但这个东西会用到，你们还用到强化学习，还用到很多东西啊，好不好 ？ChatGPT 不是那么好做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篇 paper 的关键是什么？这篇 paper 它的就是它的 motivation 的部分啊，应该是他想要讲的是这件事情，就说以前我们要 training 的 model 的时候，反正他说我们。要做图像识别的时候，一定就是这个图片是猫，这个图片是狗，一直被推下去。对，我刚刚有讲，那这样的 data 就是很难取得，对。那什么东西是好取得的？他认为图像跟语言的配对是好取得的。比方说，你们在 Facebook 上面发一篇文，然后下面附一张图，是不是就很？你们是不是很常做这件事情？那是不是就很大？可是你们不会去说，哦，这张图里面有只狗，哪里有只狗？这张图里面哪里有只猫，对不对？可是你们就会贴一张猫的图，然后就会说哇，猫咪好可爱，对不对？好，那就是学到有可爱可爱的猫，啊，也有很丑的猫嘛，对不对？有些人就会发一张很丑的猫，上面说很丑的猫啊，对不对？啊，现在心情好忧郁啊，贴了一个哭哭脸这样子，类似这样子。他觉得这种文字跟就是
那个影像这种标记，这是天然的，很多这种，我们很多这种东西，我们如果在那医学的角度，这个每一张胸部 X 光都要打一个报告，对不对？但是那张胸部 X 光哪里有什么东西，这绝对不会有人去好好的给你画出来，对不对？可以想象吗？好，所以说他就想要利用这种数据来做事情。那他想到的方法，就是这是他的模型的训练方法。训练方法很有趣，他刚刚讲的大概是对的，虽然没有讲 loss function， 但是基本上有讲过。好，就是说我今天一个图片经过一个 image encoder 之后，然后它会产生一堆高阶向量。这个结构，没有，我事情没有。好、哦、好好，好，没关系。这个结构，我想就是之前我们大家都学过了，它只是最，它只是后面没有接一个分类头嘛，对不对？就出一个高阶向量，任何一个网路，什么 ResNet 50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样可以了解哦。好，那接着语言，然后经过 text encoder， 通常 transformer， 那你也可以出来一堆高阶向量，对不对？好，那他就说，那这个 image 每一张 image 我都压成1000维的向量，text 我也压成1000维的向量，那这个 image one 跟 text one 他们两个是同一个 pair， 就是你那篇 Facebook 发的文章跟那个照片，这样可以吧？好。它是同个 pair 的，所以他们两个的向量要越接近越好。那这是第二篇贴文跟第二图，这也是同个 pair， 对不对？但这是不同 pair， 对不对？所以在这边蓝色的地方就是正向的，他希望蓝色的地方越接近越好，剩下的地方越离越远越好。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可是你这样 training 完之后，这个模型没有意义啊，这个模型。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模型可以怎么用？你到时候我问说，哦，这一篇贴文是不是这张图片的？这个应用场景是不是很受限？所以这篇没有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想到了要圈你这个 model， 是想到了怎么应用，怎么应用？给我一张图，这张图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就问他说，我现在有三个句子，请你说这是哪一个句子相似度最高？A photo of a plane。A photo of a car, a photo of a dog。 请问一下这三篇文章哪一篇跟你这张图相似度最高？他告诉你说，哦， A photo of a dog 相似度最高，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拿来做狗？我可以拿来做狗跟汽车和 plane of a dog。 那你这边可以随便你要怎么买都可以了，你也可以说 A photo of a 叉叉， A photo of a 叉叉， A photo of a 叉叉。 这个有需要先，你传统我们要做1000分类的任务或是2000分类的任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要先标注好，我们要每一个类别可能要各几十张或者是上百张，然后去做分类。现在透过因为这个 model 同时了解语言，也了解文字，也了解图片，现在你是不是给他 a photo of 叉叉，然后这样给他很多个句子，然后问他哪个相似度最高，我就可以直接做预测。所以他是透过这种方式做 zero shot 的，就是即使他从来没有，你从来也没有告诉他什么叫假如说什么叫做乌龟，但是你跟他讲说 a photo of a 乌龟 a turtle， 然后跟 a photo of a 什么dog， 他说这比较像乌龟哦，他就变得出来，这样懂我意思吧？所以这篇他厉害是厉害在他想到这个方法，我只能这样讲。在他想出这个方法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人想出这个方法。也许有人有这个 idea， 但是没有实现出来，没有说真的很准。那这一篇我告诉你，这两个方法它不是 future learning， 它是类似刚刚易云报的那个就是 pre-trained model 的一个方法。他们用的不是 auto encoder， 那是用其他方法。那 ResNet 50你讲没有错，它是先用 ImageNet 做 pre-train， 然后他想，所以说 这三个 model 它其实不能做 zero shot learning， 它至少需要每一个，假如说它要做1000分类的任务，它至少每一个类别需要一张图片嘛，不然它怎么学呢？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 这三个它只能从一开始，它至少要有一张图片开始，两张图片、四张图片、八张图片。那 Clip 它可以做 zero shot learning。刚刚讲过了，对不对？所以他这边想告诉你的是，你看哦，我用 zero shot learning 的 performance， 比起之前三个最好的 model 的最好的那一个，那
它要各16个样本，它才有办法做的跟我 zero shot 一样好。那如果你今天可以做 pre train， 我 clip 做到16个样本，那它的 performance 又比这个还要更高了。这样懂我意思吧？所以他想表达这件事啊。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如果你把它拿来做 pre train， 然后你给它每个类别各一个 sample， 让它去做 training， performance 反而下降，比起 zero shot 还要降。到四个 sample 的时候才会上升。所以如果你样本太少的时候，直接做 zero shot 都不算。这样可以吗？了解我意思。所以这篇很了不起哦。这篇最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他证明了这个 idea， 他提出了这个 idea， 并且这个 idea 是可行的，所以之后的任务可以拿来做 zero shot。也就是说，今天你给他一张图片，问他这是什么？这是 A 吗？这是 B 吗？这是 C 吗？他有办法告诉你这是哪一个比较像。好，这样可以吧？好，那个我解释的可以吗？很清楚。好，有没有人要问题的？你哪一个部分听看不懂？哎呀，卡在嘴巴，你理解了，可是没有。OK， 好，那有没有人对这篇 paper 有问题的？这篇 paper 应该就是你们应该了解概念，你们知道逻辑上怎么做 zero shot 的你们，这样可以吗？就是你有一堆这个image 跟 text 的这个 pair 就可以做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现在一直在帮 Facebook 贡献资料，我是觉得 Facebook 应该之后会马上进步，好不好？我不是要推荐你买他的股票。就是每一家公司他们的产品，你们在上面留下的 information 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有一些新技术出来，你大概会知道有一些公司就会获利，就是它会比较更容易应用这个技术。那有一些公司它就可能会比较难应用这个技术，这样有时候会这个起起伏伏这样。好，那这个我们请讲。对，这里。好 ，future learning 是说我今天有一张狗，那手如果就是上节课，因为你上节课没有来，上节课他们在报 future learning 的时候讲说 ，future learning 要做需要 supporting set， supporting set 就是今天我一张图丢进来，我需要假设我要辨认这是 COVID-19 的胸部 X 光还是不是 COVID-19 的胸部 X 光？那首先我至少要有个两三张胸部 X 光吧。那还有两三张 COVID-19 的胸部 X 光跟两三张正常的胸部 X 光。然后我问他说，这个 image 比较像 COVID-19 的那一组，还是比较像没有 COVID-19 的那一组？那个两三张那件事情是叫他有一个状况叫 supporting set。那今天你如果可以做 zero shot learning， 那干嘛要做 full shot learning？zero shot learning 更方便嘛，对不对？你连这个东西都不用准备。好，那他今天做这件事情，他厉害是厉害在他这个他想出了一个 idea 去做 zero shot learning， 在这以前是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做 zero shot learning。那 full shot learning 他只要有一个很好的 image encoder， 他就可以说我把这张图我刚刚 COVID-19 的那个胸部 X 光总共有三张。我把高阶现象抽出来之后，然后这三者的中心我就把它定成 COVID-19 的中心，然后我把这个三张不是 COVID-19 的胸部 X 光把它抽出高阶特征之后，这个是不是 COVID-19 的 X 光的中心，然后我就把新的图丢进去之后，我看看这个高阶现象离 COVID-19 的中心比较接近，还是离 non COVID-19 的中心比较接近？这样的不能了解我的逻辑。那这个它其实只有 visual learning， 只有一个，只要有一个很好的 image encoder 就可以做。那这篇它做的是 visual 那个 learning， 那它是这两个都要很好，才有办法做。那这种 data 也不难取得，OpenAI 很轻易的在2021年那个时候就拿到了4亿美元这样的，去网络上随便爬一爬个4亿美元这样的数据。如果 Facebook 有 support 的话，我看 Facebook 我很难想象它有多少笔 image 跟图片的。这个 pair， 我看你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贡献了，还是你们已经不用 Facebook 了？对，好像不用 Facebook 了，老人才用 Facebook， 对不对？你们现在都用 IG， 那 IG 可能更了不起了。IG 被 Facebook 买走，哎呀，有前途。那搞了半天都是同家公司啊，对不对？好，就这个样子。好，
那就这个样子了。那凯杰来讲你的下一篇了。来，凯杰你先讲，那篇我看过了。那我赶快讲。那我直接下去讲。那我这边要报的是一个文字检索，就是检索部分，然后它是微软开发的。那检索就是有点像我们 Web 的搜寻引擎，搜寻就是你只要下一个 keyword 就可以搜寻你要的文章或是你要的东西。那在这个检索在过去主要是两个 stage 去完成，应该说两个方法，一个是用 turn， 另外是用语义。 turn 的话就是你在你的网站上，你打一些像 Apple， 你可能出现的网站下面一开始的 title 都是可能都有带有 Apple 的字。那这个下面另外一个是用语义的方式，那他这两个就是制作者认为就是在他的问题就是，他可能就是训练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error， 因为检索就是你的文档就是会很多，然后你的 error 可能会有爆掉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 query 跟你的文档会有交互作用，他在这一块是在这一块以前是没有做到的。所以这一篇它主要提供一个就是 end to end 的文档检索，然后是用一个 sequence to sequence network 这样子。那这它就是 NCI， 那它主要架构就是有前处理跟 training 部分。那前处理的话，它是用 k-means 去做分群，那 training 部分就还有 query generation， 还有 encoder， 还有 PAWA 的 decoder， 这是它主要的架构。那在方法部分就是前处理部分，我们在这边是一个文档，然后它会先经过 embedding， 它会产生一堆词向量，那些词向量会再去做 k-means， 那 k-means 的话就是会分，你的词向量这是哪一类，然后是哪一类，这是哪一类，那就是说它一直必须往下做，有点像分层分析的感觉。那到了这一个，它就认为这是第一。有点像位置或是 position 的 ID 的位置的概念，所以这是11，它把它编码，然后这边变12，然后这是2122，然后23，然后这个它有圈起来，这个它就变成233这样子。对，然后再来是它的 data 部分，它的 label 就是这个 query 它是光 truth， 那还有就是 query 跟 dos， 然后刚才讲的那个编码就是它的 dos。然后再来是文档的部分，它原本就是 DOS 跟这个 document， 然后跟它的 DOS， 但是我们在 input 的时候，它会把这个 DOS 转成就是 query， 就是它这边会去做分群，然后变成 query， 然后还有它的编码这样子。对，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它就是这边会它就是有很多文档，然后这边去做分群，然后。分完群之后，它产生这个东西，这个 document 之后再经过这个 query generation， 产生一堆的 query， 然后这就是跟光触时，然后它就是它的 input data。那再来是它把它的 data 丢进来之后，就是 query 这是 input， 它经过 NCI 这个 model 之后，它会去 predict 这个东西，这个编码这样子。所以它的过程大概流程是这样。那最后它还有一个这边的一个阶段是一个 decoder， 那这边 decoder 就是 transformer， 这边应该说它整个架构都是 transformer， 那这边也是一个 transformer 架构。那既然它是首先它是 R0， 假设它 R0 进来做预测，它预测就是 R1 下一个的编码的数值这样，然后再是依序这边 R2， 所以它就是一个 sequence to sequence 是一个 neural work 这样子。那接着它认为就是我们以这个3123这个就是指这一个第一个，然后这个第一个分类就是第一层，然后是第一个的第三个这样，第一层就是指就是这
那这样子它就有一个类似 position 的概念 embedding， 它有一个时序的想法在里面这样子。那这边就是它预测，这个是 P 嘛，然后后面是 I 啊，应该说这边是 R1 RI 嘛，那是 RI 解析，就是说它是前一个预测下一个的几率，然后这边会做一个 softmax， 然后 softmax 就是一个预测值这样。那再来是刚才我讲到它这边会有一个position， 它认为就是如果只有这边可能还不够，因为你就是我们如果都只有5的话，在某个词就是假设这一段有 apple， 下一段也有 apple 的字句，可是在他认为就是某在这一句它跟下一句的语义可能会不同，所以他加入这个 position 的这个 PA 的那个 embedding 这样子。然后他会经过这边就是一个线性，就是 fully connected 的，然后去算出它的 weight，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那个隐藏层的 H， 它算出来，然后这边有点像是用内积的方式或是用相乘，然后去做 softmax， 然后去预测它。那再来是它的 loss function， 它的 loss function 主要是用 cross entropy loss 跟这个一致性的正则化。那它的这个一致性的正则化就是应该说这个是相加，是整个 loss。那一致性的正则化是这一部分。那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果几率越大，就代表它预测越大。可是它你加了 log 之后，它会把它变小。那这边也是一致性嘛，一致性之后，这边是几率。比如说我们这边原来是几率，然后也是原本也是越大，然后加了 log 变小，可是因为你是如果是 0.9 它出来是负的，然后这边又变正的，所以这边是负的加正的，它的 loss 就会变小这样子。再来是 result 部分，就是一定都是讲它自己就是表现比较好的部分。那你看到就是它在每个 dataset 或是每个 recall 下它的不同 model 化，它用的这个 NCI 的方式是表现比较好的。那再来是这个 Table 3，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是这是 Base， 就是所有的方法加起来它的 Recall 是多少。那再来它把它的某一个 Function 拿掉之后，它的 Performance 就下降。那可以看到在 Query Generation 它拿掉之后，就是预测的准确度变46，就是差蛮多的样子。那剩下的都有一些微调上升。大概是我报告到这里，谢谢。那问题啊？没有。有人问？那有人问，那不好意思，刚刚有一些人没有听到。那个他最关键解决问题是，因为我没有听到有人讲，就是文档检索这件事情最难的地方。我觉得是在前面的 Kevin 这边，就是他提出来的。我说的是文档检索本身最难的地方。哦，他说他是很难优化，在而且再是他那个，我想想，再是他过去的文档检索就是。
讲，我给一段名字，然后我要找他。哦，这个任务很像，这两个任务很像，我把它先讲成这样的，这样比较容易听懂。好，那图片或者是当你们躲避出来之后，你想想这个之前的你偷那个你偷的软件做了，你去偷的软件做这件事，对不对？好，他现在说，我现在4亿张片的高阶响量，我先做 cluster， 我先做 cluster， 然后我先做这个 cluster， 那我先把它根据它在高阶向，它的高阶向在空间中的分布，我先把它分成，比方说10类，我先把它分成10类，那我分成十类以后啊，这个我就把第一类当做是一，然后到第一类当做零，然后第十类到九，哇，零到九，然后这个叫编码。接下来每一个类别，每一个大类别里面，我再把它分成十类。那个十是我随便讲的，它可以不是十这样编码。那所以每一个图片是不是就被可以被我细分成编某一个描串特别的编码？假如说可能被分成它在下一页。它可以被355是什么意思？第三大类、第五中类的第五小类。注意哦，第一大类的，然后第二个字，同样第二个字都是15跟25，那是不一样的5哦，因为是第一大类里面的第五小类啊，第二大类里面的第五小类，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哦，有听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说，那这个第一大类、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它概念是什么？然后第一大类，如果你用这个图像来说的话，它可能都是狗；第一大类里面都是狗，第二大类里面都是猫，第三大类里面都是大象。那第一大类里面的第一小类可能都是柯基犬，第一大类里面的第二中类都是这个什么啊？贵宾狗好了，好不好？认识的狗没那么多啦，好不好？这个我讲不下去。好，但是你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阶层式的概念，对不对？那所以说，他现在把 model 改成我在搜寻丢一段 query 进去，或丢一段 image 之后，他请你生成下一个单词，下一个字，你可以生成零到九任何一个数字，然后大类，然后生成这个东西以后，他再生成下一个单词，再生成下一个单词，这样速度就快好多。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他给他一个 query 之后，他要找大部分的时候，不是去做示意式的高阶向量提问，而是直接请他输出下一个数字，啊，结果他就可以输出三，然后一种加输出，但是就可以找到后面他找的是哪一个 document， 这样懂我意思吗？那如果那个 document 他在的那个小类，假如说。他最后，假如说你最后一直细分到，假如说你就细分中的极限，假如你最后细分到了第，比如说第21个小类，中这边还有，可能这边还有十篇文章，或者第十，总共有十一篇文章，他就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这已经够小了，对不对？我就把这十一篇文章全部提供给你，那也在 Google 的同一个页面里面可以显示嘛，对不对？之后如果有新的。document 的进来，我就一样看它的高阶向量是第几大类、第几中类、第几小类，我就把它丢到那个群组里面。虽然之后会慢慢的变多，但是到了那里一样就够了、啊，解析度其实不用那么高。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你其实因为你真正找到真的高阶向量数据，通常也不会去使用。懂我意思吗？使用你 Google， 你用一段 query 给 Google， 或者我。讲的 Google 就是 Google， 就是一个搜索引擎。它丢出来第一页有20个项目，第一页里面有你要的，应该就很满意。应该很难每次都是第一页就是你想要的，对吧？这样听懂我意思吧？那它通过这种方式，它是不是就可以很好的去把第一页可能就是那个完全跟你同样的内容，连最小类都是一样的。那第二页开始它是可以放中类一样，小类不一样。放完之后再来放这个大类一样，所以它巧妙的透过 cluster 的方式把文本检索变成一个输出文字，就有点像翻译这样的，可以大幅度的加速文本检索的速度。
学习这种创意啊，因为以后很多东西我们想不到，那个就是就是一定要看对方的学。好，那我们最后来讲这个 GPT 怎么做的，好不好？首先，因为就是讲到这个 language model， 那我们首先先介绍这个语言的模型的一个历史背景。那是从最开始这个 transformer 这个模型是为基础的，那包含这个 encoder、decoder 的语言model。那后续这个像是这个 BERT 啊，它是从这个 encoder 的语言 model 演变来的。那主要它的任务就是根据这个上下文啊去预测填空这个单字或句子。那在上面这个 GPT 系列呢，它就从这个 encoder model 演变了。那在2018年的这个这 GPT One 的第一代就产生了。那特点它是说可以就是不需要对每一个任务去产生不同的这个模型的架构。那它具备这个一个就是 generalization 的一个能力。那到了二代呢，它主要是做这个 zero shot 能力。那到了三代呢，它的特点就是大，它的就是参数它有1750，然后 dataset 它可能大概4个 GB 这样子。那后续也有演变，像是这个 Codex 啊，它就是让这个 GPT 它学会怎么样写代码，然后到后面的 Instruct GPT 跟 Chat GPT， 它就是它可以让这个模型呢回答出比较符合就是人类概念的一个答案。好，那语言模型呢，就是前面的比较前代的语言模型，它主要是透过这个prompt 去提示去执行这个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Processing 就是 NLP 的一个，那但是有一些模型呢，它可能回答出不是我们要的答案，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捏造事实啊，或者一些歧视、暴力或者异国的字眼，那它也可能就是不会按照使用者指示去回答这样子。那然后还有就是前期的模型是比较根据像是 BERT， 它是根据上下文填空这个单字或句子。那所以说这个 Instruct GPT 或者 Chat GPT。它主要就是想要改变这个前面的因素，它可以达到说可以遵从这个使用者的指令，那跟使用者的想法呢尽量保持这个一致性，然后达到这个 3H 的这个效果，就是 helpful、honest 跟 harmless 这个这样这三个目标。好，那这边也要提一下这个 prompt learning 跟 instruct learning， 那就是 prompt learning 它是就像比较像偏向这个前代的一个模型。那 Instruct Learning 是后代的模型。那这边举个例子，就是说，像是如果是 Prompt Learning， 它是就是填空嘛，它就是它，比如说给女朋友买这项链，她很喜欢，这个项链太怎样，就是让就是填空让她去回答。那只是学习 Instruct Learning 呢，它是比较它可以去理解说这个你的使用者他的想法，所以他会觉得说，哦，你就是给女朋友买这项链，她很喜欢，所以这个情感是非常正向的，他会理解你的想法。那再来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 paper 里面的例子，他是说，就是对一个6岁的小孩，那用几个句子解释说月球登陆是怎么回事。那如果是以前就是 GPT 3呢，他可能会讲说，哦，他的就是他的这个重力的理论啊，或是他的这个相对论是怎么样啊，或是他的大爆炸理论等等。那6岁小孩一定听不懂这些理论。那如果是 Instruct GPT 呢，他就告诉他说，哦，就是。人类到了月球，然后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是寄出来给地球，然后让大家看到说，哦，月球样貌是怎么样，就是会比较理解说，哦，它这个 prompt 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去回答出一个比较符合我们实际想要的答案。那这是这篇就是主要的一个主轴，就是它的就是它的步骤它是怎么做的。那它首先它是会利用这个就是。像 Instruct GPT 它是用这个 GPT 3去进行一个初始化，那它先请这个 Labelers 去写出这个，就是从这个 GPT 3它给一个 prompt， 然后去请 Labelers 写出一个 output， 然后去获得一个模型，然后对这个模型呢进行这个 prompt learning 跟这个 fine tuning， 然后去让模型就是
变产生一个新的模型。然后呢，就是之后呢，我们就会根据这个 prompt 跟 output 的这个两个关系呢，去评估这个效果。那是就让这个新的模型呢，它会针对就是每个 prompt 它会生成很多个 output， 然后再让这些 labels 呢进行这个评分。那也就是这个 reward model， 它评分呢，它就是评好哪一个答案会比较好。那就是评分之后呢，就产生这个 reward model。然后，而且这个过程呢，它比较是虽然是人工去介入，但是比较比起这个直接让人员去编写这些训练数据，它比较方便一点。然后，而且会更轻松的这个 label 更多的数据。那它是不是直接用来用？不是这个 reward model 不是用在这个训练模型，它是表示一个就是排序的结果。那这个结果，这个 reward model 呢，它会用在就是完之后的每个 prompt 跟 output 它会进行配对，然后进行评分，那去评估说这个 output 跟 prompt 就是我们题目跟答案之间是否足够的，就是题目跟答案符不符合这样子。好，然后之后我们继续就是训练这个模型呢，它一样是给定 prompt， 然后得到 output 之后呢，再把这个题目跟答案丢到这个 reward model 里面，然后得到一个分数，然后并且透过这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强化学习的方法呢，去训练这个模型，然后一直反复的运算，就是让得到一个最终的模型，也就是最后的这个 instruct GPT。 好，那刚刚有讲到这个 fine tuning， 那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使用这个 fine tuning？ 如果说我们要使用 dataset 跟 retrain model dataset 如果很类似的话，那可能就用 fine tuning。那或者是自己建立的这个卷积层网络，它的模型正确率太低了，然后或者是 dataset 相似，但是 sample size 比较小。那他怎么做呢？他就是可能就取代这个 retrain model 的最后一层，可能是 softmax layer， 然后替换成我们问题有关的这个 softmax layer 去进行训练，然后他也会使用比较小的 learning rate 进行训练，然后也不会改变这个 retrain model 前进程的一个权重。好，那这是刚就是有讲到的这个强化学习，它是透过一个就是跟这个动态的 environment 去不断互动来，然后来学习正确执行的方法。那就是可以看到说，就是这个大脑就是它会给我，就是会做一个动作到这个环境，就是做一个 action 到这个 environment。那 environment 就是透过刚刚说的这个 reward model 去打一个分数，然后回传一个 report 到这个大脑，然后并且回传当下的这个 observation 到大脑。那大脑会依据这个回传的 observation 做出一系列 action， 然后得到另外一个 reward 这个跟这个 observation， 然后并且一直达到这个循环，然后一直达到我们主要设定。刚是这个 ChatGPT 整个的一个观念跟架构跟一些名词说明，然后还有一些进程。那我这边针对它的这个优点跟缺点部分做一个补充说明。那它在 ChatGPT 跟 ChatGPT 比GPT 3是更加的真实贴近人性，后面会说明。然后作者还有提到说，在模型里面三个 H 里面的这个 harmless 的部分有害性，比如说一些暴力或者有些性字眼。等等这些的这个比喻上面效果有提升，但是它些许没有到真的是提升这么多。然后最后就是它对 coding 的能力是有一个很强的表现。那这边就讲到说，因为它引入不同的 labor， 总共有40位，那再加上它的 API 就是它的应用界面的部分有摆到网络上面跟持续收集大数据的资料去做一个这个 training， 所以还有不同的 labor 的部分，刚刚前面有提到他们去做一些给予奖励，去做一些 feedback， 然后让这个 training model 会更贴近这个人性。那这边有大概讲了一个范例，就是说用 ChatGPT 用那个 InstructGPT 跟个 GPT 3，他们在这各种这个 API 的这个情境方面好，就是在 brainstorming， 如果说针对是要脑力激荡的，他提出来的 prompt， 在这个 InstructGPT 就比较是指引式的哈，比如说他请你列出五个 idea， 对于你要重新在你的职场上获得一些热情，他都是有那种就是一步一步去引导的方式哈。那在 brainstorming 在那个以前的 GPT 3的上面，他的跳出来的提示可能会就是他就会问你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了，比如说是个帮小小的一个男生取一个名字，小男生取个名字，然后
你提供一个直观的一个答案，那只是它的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在深层的部分呢，它这深层的一些 prompt 就会提出一些开放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写一个很有趣的有创意性的这个广告，去针对的 Facebook 做一些产品的行销。那这个是 Instruct GPT 它会做的。那 GPT 3呢，就是它可能就是只是一个直观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下一次的下一个那个星际大战的影片的名称是什么，以此类推。所以说大概这两个的一个差别是，这个 Instruct GPT 更贴近我们人会想要知道的一些答案。那另外就是它这个的 harmless 的这个效果会先去提升部分，因为它这边有提到说 GPT-3 本身是效果就已经不错的模型，那深层有害歧视偏见的问题几率其实就没那么高了，那仅通过40个这个 labor 去采集跟标注，可能无法对这个模型有效的这个充分优化。那后面会讲到这40个的那个 background， 这个就是大概这40个这个 labor 它会针对一些 prompt 提出来的这些讯息呢，去给一些 feedback， 比如说它有没有包含一些性的一些讯息，或是暴力的讯息，或者说它给你是一个有害的 advice 等等之类，它去做点选做一些 feedback。那完之后这边有提到说，针对就是它这个是连接到前面三个 H 哦，比如说像这个 hallucination， 就这边这个幻觉性，就是带有不真实。那其实在不真实的状况之下，提供前期的这个 GPT 或是这个 GPT-3 或 Prompt GPT 都还是这个出现率是偏高。那透过这个 Supervised Tuning 的这个 GPT 呢，就是它可以大幅度的缩减可能会有这些不真实的这些情形。那最后这 coding 能力部分，它有提到说，就是因为它透过GPT-3 也透过这个 GPI 累积大量 coding 代码，那还有部分的 OpenAI 的内部员工都参与数据采集，所以说其实两个都蛮有 coding 的能力，那 Instruct GPT 又有更再强一点 coding 的能力。那最后它的这个缺点的部分呢，就是它有讲到说会降低通用的这个自然语言生成的一个效果。那有的时候因为它受限于这个数据有限，然后刚刚讲到40个 labor 或是监督这个任务的误导，因为有时候是考虑模型的一个数据，那考虑人类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答案，导致它生成内容可能不够真实。然后还有就是说labor 标记的数量不足，会产生这个输出的这个数量跟种类序论也不充分的话，可能会产生这个模型存在的问题。还有就是过分解释，因为通常这个 labor 进行的这个生成内容呢，如果倾向如果比较长的一个输出内容，会给更高的奖励，这时候就有一个过度解读的一个问题。最后就是说，对有害的指示可能会输出有害的答复。那比如说他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他有问说，如果如何这个毁灭人类，那他这边就是有。也就是透过前面那三个步骤的方式，就也是回答出很多很具体的一个的建议，所以这都是要反馈回去说，这个答案部分是可能会造成一些就是观念上的一些偏差，去避免掉下次生成会有这里的一个答案。最后就是 future work， 他有提到说。因为他雇佣大概40个人去做一个标注啦，那40个人的 background 内脏没有白墙， background 大部分是美国人跟东南亚的居多，那在亚洲还有一些原住民族的几乎是零啦，所以说他只有提到说这个标注上面对不管是一些议题亚洲人议题，或是说一些原住民的议题，可能反馈上面都是会有比较有限的。那再来就是说就是指示的这个输出，这另外两个这边读的没有到非常的清楚，因为他最后一个是讲说避免通用的任务性下降，那这部分是不是更多的一个标注的要解决这件事情，可是会导致这个自然程式这个过程的这个性能下降，这部分看是给我补充一下。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他们还是希望可以得到这个 honest， 就是是很真实正确性的东西，然后还有 helpful， 就是它是不至于过长，但是又清清楚楚的呈现这个输入者想要拿到答案，最后就是减少 harmless 的方式，然后去提出它未来的一个方向。以上是我的报告。
外做完一件事。那今天 paper 最重要的说是做了 step 2跟 step 3，那怎么做嘞？这个 step 2啊，他说我先找了一群人，然后对于这一个就是 GPT 3，然后就讲他 GPT 3，所以会产生的结果，我给他做一些评分。这是针对评分哦，那评分的逻辑当然是就按照那些开发这个反正 OpenAI 找来的，当然就按照 OpenAI 的这个泰尔文的方式告诉他说你怎么样，你应该要比较喜欢怎么样的这个回答。
就是大家，我听得出来，大家都有认真看 paper， 好不好？你们期末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分数，我就你们到时候就会收到你们分数了，好不好？除了有个同学没有来以外，好，那个你们有个人没有来，不过你们应该不认识他，没有关系。好，那我再花一些时间。哎，有没有人饿了？饿了可以先去拿饭吃，好不好？因为我可能还要花一点点时间，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 paper。好，那你们边拿边讲，好不好？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这个学期就是在这一节课之前跟大家讲了很多理论，然后跟大家就是我讲的非常细节，包括梯度向量法怎么实现啊。然后，这个那些比较简单的模型，它是怎么样去运作的？这个我都有讲的非常细嘛，对不对？可是啊，就是课程有限，我不可能，就是我一直强调的观念，我不可能每一篇 paper clip 我也跟你讲一个小时，那这样子这个课上不完了嘛，对不对？我知道 clip 很重要，但是我不可能跟你们讲一个小时，所以我在最后的训练是带大家自己真的读一篇 paper， 让你读得懂。你至少可以读得懂五成、七成，这样也非常好了。因为你真的不用每一篇 paper 都非常懂。那我在第十六课啊，我把我认为，我之后明年我十六课是一定会更新的。我会把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就是在从这个我上课的内容大约是教到2017、2018年或是2019年的附近，就大约。在那以前，因为在那以前的 paper 比较少，重要的突破没有几个，我就教那些而已。那之后的 paper， 我因为实在是太多太广，你看，就是你们看每一个，你们每一个人报的是不是完全都是不一样，几乎没有什么连续性，所以都是自己看。那我还是选了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 paper 来跟大家讲。那我把这个东西叫做通用人工智慧之路。什么叫通用人工智慧？ChatGPT 就有点像通用人工智慧的感觉，就是他会做的任务不是只会做一两种任务，他是什么都会做。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我跟他，像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2023年，其实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是很接近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技术爆炸的一个我们可能已经很接近那个时刻了，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不确定那个技术爆炸的时刻什么时候会到。那个爆炸不是真的，是要像什么网络上你们看什么技术起点那种真的超级大爆炸。我讲是会最近会有一个，最近大概可能最近就是也许就是最近几年，不是某一个时刻，而是会你们会发现突然会出来很多那种以前你们。跟以前你们很难想象 AI 不是应该就是图像就是只能做识别，就是做一件事情那样子吗？它变得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情，这样的 model 已经快要出来，这样的 model 我们就要通用人工智慧。这样以前的在我之前教的所有人工智慧，我们都可以教它弱人工智慧，就是它只能够做某件事情做得很好，可能做的会比专家还要好，但是不会那么的通用，不会像人一样功能这么多，这样听得懂吗？但是从未来的某个时刻点，未来不久的某个时刻点，我讲不久，非常很有可能就是五年内，那也非常有可能是三年内或两年内。那这个东西就是你就会看到有非常好多好多那个模型，就是它一次可以做好多事情。你们现在大概多少有感觉了？你会发现这个有 Mid Journey 可以生成图像吗？给它文字生成图像吗？对不对？那 ChatGPT 可以做问答，这些好多很厉害的东西都做，只是还有好多任务没有被攻，看起来好像还有好多任务没有被攻克。假如说丢给他一张胸部 X 光，帮我打报告，对不对？丢给他一个病人，帮我写他的病历，对不对？看起来好像很多东西还没有被攻克，实际上已经快了，因为技术 ready， 只是那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或者资料收集可能还没有完整去做好。那所以啊，我的前言就要告诉你说啊，这些是我们以前学过的，但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很厉害的经典论文我们还没学到的。好，第一个是我推荐大家这个网站 ，Browse State of the Art。这个网站是什么呢？这个网站啊是
至今为止，这个网站是随时在更新的。哎，举例说，你想要看 image classification， 这是图像分类嘛，最经典的任务。我们想看 image classification 在 ImageNet 上面的表现。哎，每一个任务都会有好多资料集嘛，对不对？哎，你看这边就秀出了，从2013年到2018年，这个每一个点都是一篇 paper 哦，他们的 performance 的变化 ，top one accuracy 的变化。好，当然啦，就是同个时间点，如果有一篇最好的论文，他就只留下最好的论文。所以这篇这个网站叫 The State of the Art， State of the Art 就是当下最先进 的意思，这样可以了解好。那他秀这样子，你是不是要知道每一个任务具体现在进展到哪个程度？你是不是都非常清楚？而且你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paper 去看看哦，现在最好的 paper 是什么？所以我很推荐大家三步是看这个网站，或者你要做研究的时候，就来这个网站上找你想做那个主题，现在最厉害的研究是什么？那它在哪一个资料集表示的怎么样？以这个例子来讲，哎，大家可以看到哦 ，AlexNet 我讲过了对吧？这个 VGG 我也讲过了对不对 ？ResNet 我也讲过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你看出了什么？来，出了什么 ？VIT。VIT 是什么 ？VIT 叫 Vision in Transformer， 他们把 Transformer 拿来做在视觉任务上，所以现在你看，现在在做视觉网路最好的居然是 Transformer， 不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这样懂我意思吧？那后面的 Coca， 这个 Coca 是我来看一下，后面都是 Coca 吗？哎呀，那什么 Swing Transformer 跑哪里去了？我来看一下。好，这个 Coca 是 Mask Autoencoder 前一代的技术。那它也许它后来又超车 MAE 了，但是我没有注意到。就是 Coca 是一个前一代的技术，你看这边看起来就是有好多个 Coca， 对不对 ？Coca One、Coca Two、Coca Three。那你如果想看 Coca 的话，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了 Coca 在这里，这样懂我意思吧？那你就可以去看这篇论文。所以第一个我推荐大家这个网站，大家可以上来看。那你看这个网站，你很容易就会看到最重要的任务是 Vision in Transformer， 它已经统一视觉了，对不对？所以这一篇 paper 值得大家看。这篇 paper 是第一篇把 Transformer 用到 image 里面的 paper。这篇 paper 在做什么嘞？它的核心 idea， 注意大家看，我现在在讲一篇 paper 的时候，我不会用超过五分钟跟大家讲一篇 paper。当然，那是因为我已经读懂。那这些 paper 我做了一些简单的导读之后，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大家也许就再也不会点开来看。但是我希望大家记住这次在准备期末作业的那个过程，你怎么去看一篇 paper， 最后把它浓缩成一个概念，这样的感觉，因为你之后还会看很多篇 paper。这样可以了。好，这篇 paper 它的核心概念就是，我把一个 image 当作成一个16×16的一个文字，什么意思呢？一张256×256的，来，我都说这个最重要的 paper 就是图一，他把一张256×256的图，把它切成16×16，所以每一个图片是不是都被切成16×16的像素？他把这16×16像素变成，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一个 patch 一个 patch， 把它切成一个 embedding， 当作是一个文字丢进来，丢到 transformer 里面，然后让它去做学习。这个就是 vision transformer 架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吧？那我告诉你，下面已经不用看了，下面只是想告诉你说，这个 vision transformer 它在 ImageNet 上。表现的比前面的人都好，表现的比前面的人都好，就这样子而已，下面都不用看。这篇 paper 大家想看细节可以去看，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篇是一个重要的 paper，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你看我不到一分钟，我已经把它的核心概念讲了。好，接着再来下一篇 Swing Transformer 呢，那是基于 Transformer 的一个很重要的改动 ，Vision in Transformer 很重要的改动。它改动是什么呢？它觉得 CNN 的那个概念很好，就是周围的图片，周围的那个影像周围，就是 CNN 为什么会成功，就是因为
他在卷积的时候，他在看周围的图，一直看周围的，然后去把概念把它卷上来嘛，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把它改成 transformer 的结构以后，这个每一个图片是不是它每随时在看这个地方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整张图？这样是不是就没有 transformer， 没有 CNN 的感觉了？所以他把 CNN 跟 transformer 做了一个融合，怎么融合呢？他说我在第一层的 transformer 的时候 ，transformer 我在做第一层 attention 的时候，我只让他看周围的图片，周围的 word， 你把它想成这是 word， 所以每个 patch 是 word， 每个不同的 word。我在做第一层 attention 的时候，我只让他看周围的，我不要让他看太远的。那这是不是就是 CNN 的概念？他这样做，我直接告诉他，我就也不看下面的结果，结果就是我很棒。我跟大家讲，看这些经典论文哦，其实有时候你忙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看它的结果，因为它能发成一篇 paper， 引用次数超过1000次，那我告诉你，不用看结果，结果就是我很棒，我比前面的人都棒，这样懂我意思吧？这够简单了吧？大家只要看我提出了什么 idea， 这样就可以了。好，接着 Swing Transformer 做完之后呢，来 Mask Autoencoder， 我们刚刚讲过了，对不对？Mask Autoencoder， 人家把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个 pre-train， 这样子视觉的这个视觉在 transformer 基本的重点论文我就已经讲完了。当然还有一些小的，还有一些支线，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支线，像是刚刚我们说，现在在那个 browse state of the art 论文的这个网站最好的是 Coca 嘛，对不对？ Coca 我没有讲，还有一个那个主要说刚刚呢讲 Clip 有讲到有个什么 Sim Seal 啊之类的东西嘛，对不对？ Clip 那篇论文里面有，就是在做那个比较那个那个就是 one sample two sample， 就是 one shot two shot 到 sixteen shot 的那个里面有一个 Sim Seal 啊，这个东西也是一个视觉很重要的模型。那这个我都不讲了，因为它其实它就是这个过程而已。接着我再跟大家讲，我认为最重要的对比学习是我认为之后最有前途的一个 work。 那这个对比学习，如果我们直接看 clip， 我觉得有点快。对比学习的开山任务是人脸识别，人脸识别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就是你每个人，你给他，你每个人都请他照十张相。那你在 training 的时候，就是把同一个人的十张相把它拉起来，就说这是同一个人，那他的高阶特征就要很接近。那你抽不同人的图片上来，他的高阶特征就要离得比较远。所以对比学习的经典任务就是人脸识别。我希望每个人的人脸抽成高阶特征之后，是同个人的人脸，高阶特征就要相近。那不同的人，高阶特征就要离得远。那这样的概念之后被用到 clip， 那是另外一回事，就被到图文要一样相似，这个之后的意思概念，但它核心一开始是拿来做人脸识别。那这个人脸识别的经典模型有一个细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是做对比学习我们刚刚都没有讲到的细节哦，就是包括大五的同学去上节课讲过 visual learning 对吧， visual learning 进展到 clip 后面做了一堆有的没的任务，我们后面再来讲，我们先讲这篇，这两篇我们刚刚都讲过了，我们先讲这篇 paper。 在做对比学习的时候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这件事情就是它的 loss。 If y 等于1，就是 if 两张脸是同一张脸，我就希望他们的向量越接近越好。那这个2，这个刚刚范树那边有人帮我补充过了嘛，对不对？ L2， 这就 L2 loss 了，这样可以哦。好，来这边有个概念哦，如果两张脸不是同一张脸的时候，我们不是让它离得越远越好而已，我们是让它离得越远越好，没有错。可是它假设离得足够远了，就不要再离得更远。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一定是希望人脸越同样一个人离得越接近越好，对不对？但是如果我跟他的脸已经差很多了，而请模型不要再更新了，你已经知道我们两个距离已经十公尺，拜托不要再更新了。你再更新的话，你同时有很多个任务要学习，你就会很难学习，对不对？我们两个离得够远了，
我不更新我们的 loss， 我接着去更新那些比较困难的地方，比方说我的脸跟这个同学的脸长得比较接近，这个就是那我们再来好好学习这个部分，那我跟你我就不要再学习，这件事情很重要哦。这件事情我上一节课我在讲逻辑思维规的 loss 可不可以改成 wgain 那个 loss。WGAN 那个 loss 是什么 loss？Y 乘以 Y 乘以 X 减掉一减 Y 乘以一减，就是减掉一减 YX 嘛。就是我希望 Y 等于一的时候 ，X 越小，越大越好。Y 等于零的时候 ，X 越小越好。我不是说为什么要用 cross entropy， 因为你不要让那个已经负100万了，你还要让它变负200万。所以这个概念很重要，没有这个限制的话，没有这个限制，没有这个 M 的这个限制的话，它就会学不好。这个 M 通常你可以给它一啦，就是它只要比一来的小，那它就没有 loss。一减掉距离，如果比一来的小就没有 loss。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吗？这个概念很重要，不然对比学习做不起来。好，那你了解这个概念，然后 future learning 我们也讲过，这个 zero shot 这个 clip 我们也讲过，我们来看 clip 后面还可以做什么了不起的 paper。文档检索我们也讲，我们就讲这一篇就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对比，为什么我说通用人工智慧快到了，然后这个对比学习很重要，就是 based on 对比学习，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来看这篇 paper， 这篇 paper 这个图我很喜欢。好，现在会做对比学习以后，你就知道说，我们对于图我们可以抽一个高阶特征，对于文字我们也可以抽一个高阶特征，对吧？那我们来看还有多少任务可以做。来，首先这个图片抽出高阶特征，你就可以拿去做图像识别，拿去做 segmentation， 拿去做 object detection 嘛，对吧？是不是就很多功能？接着文字出去之后，你可以做很多这个 language 的 model 啊，你可以做很多什么翻译啊什么之类的任务，都可以用它来做。好，接着图像抽出高阶特征，语言抽出高阶特征之后，你把它两个融合之后，它是不是就可以看图填空？这个是不是可以做？看图填空，大家不要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看图填空，你可以都盖住最后一个字，让它生成，那这不就是图像文字生成吗？给图生成文字，你的看胸部 X 光打报告的那个梦想是不是就是这个？大家现在听到这个看 X 光打报告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做，大家要觉得非常恐怖啊！以后你们选科的时候，你们要考虑一下这些事情，以后有一些工作会不见。我不是在跟你们暗示什么事情，也不是在跟你们暗示某一些特定的科啦，我是要告诉你们是那些那个科可能不会不见，可是他的工作内容可能会跟你现在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样你懂我意思吧？那每一个工作受到影响的程度就会不一样，这样你们大概了解为什么？就是这些技术你们要了解啊，或者是这个 image 跟这个图像检索啊什么的，这个大概就是刚刚凯杰报的那篇 paper 大概就涵盖到了。这样我就不讲刚刚凯杰报的这篇 paper 喽，这篇 paper 就是刚刚那个文 document 的检索的那个 paper。OK， 那来。GAM 是目前我们上课的时候讲 GAM， 我们说它是目前图像生成最重要的模型，对不对？好，我跟大家讲，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最有统治地位的模型是 Diffusion Model。Diffusion Model 是怎么做的呢？ Diffusion Model 的想法是，GAM 是直接给你一段乱数生成一张图片嘛，对不对？ Diffusion Model 的想法是这样，太困难，对模型来讲太困难，一次到位太困难。我希望把模型改成，我先用乱数。生成一个不这么乱的模型，不这么乱的图片，再生成一个不这么乱的图片，再以此类推生成到高清大图，就连续做一千次生成高清大图，这个叫 diffusion model。那 diffusion model 说我这样 training 我要怎么 training 呢？它的 training 方式是哦，我这样开这篇 paper 开半，我直接用嘴巴跟大家讲，它的想法是我有一张原始的图，我先根据它的自己的像素和周围的像素。产生一个随机数，就是假如说我现在这个像素是128，然后旁边的像素是132，那我就128，我这张图我要给它加一些 noise，
我就把这个128加上个随机的 noise， 然后这个132也加上个随机的 noise， 产生一个有一点点 noise 的图。这是第零代到第一代的 noise， 然后在第二代的 noise， 在第三代的 noise， 以此类推下去，那我就可以让模型去学习如何从第一代的 noise， 第一代还原回第零代，第二代还原成第一代，第三代还原成第二代，以此类推，这样下去，那我就可以，那这样我是不是每一次我都只要加一点点 noise， 加一点 noise， 那模型每一次都只要学习还原一点点 noise， 还原一点点 noise， 这样模型是不是就很好学？好，那 diffusion model 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还原到第一千代的时候，它已经乱了，跟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因为它每一次只要学一点点，所以它就还是学得会。这样大家有听懂我的意思吧？好，不过这边有一个 key point， 大家要注意啊，那个随机不能随机，真不能是真随机，它不是条件随机，就它现在要随便抽一个样本，它是条件随机啊。它那个生成乱数的那个随机数是要条件随机，它不能是真随机啊，不能真的从一个常态分布里面抽，它是它的那个频率数跟它那个变异数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公式去计算，它 idea 就是这个样子啦，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不是从一张真正乱的图一步一步把它解回来，因为每一张图你都可以透过一点一点的加乱数把它弄到全乱，这样听懂我意思吧？好，所以 diffusion model 是现在最好的一个生成图像的模型。那结合前面的多模态学习，就对比学习，我们来看一下 DALL-E 2。DALL-E 2是 OpenAI 开发出来的一个我可不可以看 research overview？ 给我一张厉害的图，给我一张厉害的图，让我解释一下它，好吧？欸，这个是 OpenAI 所有的 paper 啊，我不要看所有的 paper。我这 DALL-E 2的 paper 到底在哪里啊？我们要不然我们来看 DALL-E 2好了。好，我用这张图来做解释好了。DALL-E 2要做的任务是给我一段文字，然后我要生成一张图片。这就是那文字要从那它实际上要怎么做呢？它实际上是先用 clip 的概念。那 clip 是怎么做呢？给我一张图跟一段文字，然后我希望这个对应的越接交接特征越接近越好嘛，对不对？所以它先做 clip 的任务，反正都是 OpenAI 做的嘛，对不对？直接把那个模型拿来了以后呢，他说：“哎，我现在啊，这个。”我再做一个模型，让我的图片这个东西跟这个再去做一个模型去做相对应的预测。所以说我不是说他们两个相似度有多高而已哦，我是再用 image 的 encoding embedding 去 predict text 的 embedding 去 predict image 的 embedding， 这样懂我意思吧？那 image 的 image 可以 encode 成 embedding， 它当然可以 decode 回去图嘛，对不对？好，它的逻辑大概就是这样。那只是它这里再加上 diffusion model 的那个 idea， 就是把它还原回去的图，再想办法还原搞成高清大图。它DALL-E大概逻辑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 paper 我们就不细看了啦，好不好？那像什么 DALL-E 啊、Midjourney 啊之类的，它大概都是用这种方式去生成图片。好，可以了解吧？好，那强迫学习，哎，刚刚那个就是那个一年级的学弟。这篇 paper 2013年的 paper 已经讲很好了，强化学习很难训练，所以需要 WQ learning。他们讲的 Talking Network 就是这篇 paper 了，我其实就这样报这篇 paper 了，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讲到这里。有一篇很难的 paper 是强化学习，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改进 ，Continuous 的 control。来，我跟你讲，大家讲强化学习最难的地方是，今天我要预测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就是我要开到，我从国防安全开到民权东路入口，然后我需要民权东路入口到这个就是台北车站，
的估计时间，我才有办法去做 model training， 对不对？那这个估计时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估计的时间是不是只能够估计最短路径？那、如果乱开通，我可以估计有乱开通的行吗？不可以哦。所以有一个重点哦，它的预设是它在预测你下一个阶下，你用 ST+1 的那个 action 之后，所有的 action 必须是最佳的 action 去算分数哦，不能够是乱做的。你们应该比较听得懂，就是后面有个 max， 就是我今天到了 ST+1 之后，我到底要做什么 action， 我还没决定嘛，对不对？我还没决定我到底要开哪条路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我要预测的总 value 是必须是假设之后我是一个理性人，类似经济学那个什么理性人的模型，后面我都必须用最佳策略去做，而得到的这个最终分数，这样听得懂吗？也就是我到了民权东路口以后，我预设我开的是最短路径，而不是乱开。如果乱开的话，那就没办法预测了。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哎，可是预测最短路径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那我的动作必须要有限多个啊。我如果动作总共就是三个动作，那我是不是算第一个动作的分数、第二个动作的分数、第三个动作的分数，然后把这三个动作的分数取 max， 得到最好的，那我就用某一个动作，然后我把那个最好的动作评分拿过来，对不对？所以刚刚学弟的那个 PPT 在哪里？我现在还找不到吗？哇，找到了！你们有下载下来吗？你放在哪里？哇，好，我把它关掉了。好了，没有，那我找一下 QNET 好了。哦，它长得有点像这样，就是它经过一个网路之后，它得到的是 action 1的分数、action 2的分数、action 3的分数。但这个你们刚刚是有看到的，对不对？它网路长这个样子，对不对？那它这样去使用的时候，它是不是直接 max 这里，然后就可以拿来做后面的那个预测？然后我再加上我的 R， 就等于我当下那个 action 的预测，对不对？我就可以 miss 嘛 loss。好，可是如果今天你的动作是连续的，假如说是往左偏几，主要说你在开车，方向盘往左打几度，这件事情是一个连续的动作，它没有办法切割成类比，对不对？啊，当然你会说我还可以切割成一度一度的啊，就360度嘛，对不对？我还是可以切割成一度一度的，认为它是一个365分子的分类的一个任务，对不对？可是总有一些任务它是真的连续的，我没有办法做这样切割的，这样懂我意思吗？或者你这样切割解析度会不够高嘛，对不对？所以对于连续的，就是对于精细动作，就是这种连续，你的 action 是连续变相的，这连续数值的这种任务来讲，强化学习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那这篇 paper 是一个很重要的改进，它提出了一个 idea， 让我可以做 continuous control。怎么做呢？来，怎么做呢？来，这里是传统的这个 Q 函数。传统的 Q 函数是怎么做的呢？来，当下的 ST 的 Q 等于当下的 R 加上下一步最佳化的这个 Q， 这样可以吧？这个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了？好，接着他说这样的一个 idea 只能做类别的，也就是这个嘛，这个 Y 函数嘛，对不对？这样可以吧？那像 minima 那个 Y 嘛，来。我们来看他的 algorithm， 他说我先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改成这个样子哦，改成一个 L 函数。这个 L 函数他只是说我现在认为啊，这个 Q 里面要有 A， 太麻烦了。这个我现在不考虑 A 啦，因为你给我 S， 我就是预测一个最佳值嘛。所以其实这个 Q 函数如果改成 L 函数，我直接给 A 的 S 的话，我就是我忽略 A 的这个，我就是把刚刚这个函数，把刚刚这个网路，我把它去掉、啊，反正我就是要 max 嘛。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吧？你一次预测十个值，跟一次直接告诉我最佳值，直接告诉我最佳值就可以了嘛，对不对？
他把直接告诉我最佳值，这个叫 L 函数，这个、L 函数哦。那这个 L 函数，我 L 函数要预测放在我的那个，就是后面那个这个部分，当然是没有问题嘛，因为后面这个东西本来就是 max 了嘛，对不对？可是前面这个东西它不是要有 extra 吗？那我要怎么解决呢？他说那我的 Q 函数就等于我的 L 函数减掉了 action， 减 action 在哪里？它的函式在哪里？诶，它的方程式在哪里？诶，我找一下它的方程式哦，它有个方程式是减 a，这是 background 啊，这部分在这里。我天哪，我居然找不到哎、欸，我。我居然找不到哎、欸，那我用嘴巴跟你们讲好了，但我觉得这样太难理解了。就是我预测，我现在就是他的那个什么，就是我画黑板好了啦，这样子录影录不太到，可是我画黑板这样你可以理解。就是刚刚那个 L 函数，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 Q learning， 它 Y 就是我要预测那个值是小 r， 就是我现在我的 Q 这个 Q network 是需要有 S 也需要有 A 的哦。这样可以吧？它、啊、等于这个 Q， 这个 S plus， 然后 A， 然后这里要 max。啊，这是传统的 Q learning 更新的方法，对不对？然后啊，他把这里东西改掉了。他说这个东西，你反正你就是要取个最大值嘛，对不对？那我就直接把这个东西改成这个 L 函数，它改这个样子，等于 S plus S A。等于 r 加上 l s， 我只输入 s plus， 我不要输入 a 了，反正有输入 a 跟没有输入 a 一样。我这个 l 函数就是要预测最佳值。那现在问题出来了，可是我的 q 函数本来里面需要 a 加入啊，所以他把 q 函数改成 l 函数减掉 a 函数，这个 a 函数是你丢这个 a 进去，我要扣多少分？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我，那你如果丢的是最佳值，那就是扣零分。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吧？好，等于小 r 加上 ls。那我现在变成更新 l 函数跟 a 函数，这样听懂我意思吧？我变成更新这个东西，那我怎么更新呢？我的 s 进来之后，进来一个神经网络以后，出来。我就直接告诉他的 L， 就是他的 max value， 就直接是后面那个，这样可以。然后他同时输出一个 y， 是同时输出一个 a hat， 这个 a hat 是模型预测的 a hat 哦，这个是模型预测的哦。那你实际上会输入个 a 给他嘛，对不对？你实际上是不是会输入个 a 给他？他这里就用 a 大 a 减掉小 a hat。所以这绝对是个正数，对不对？这个绝对是个正数，对不对 ？L 减掉大 A 减掉小 a hat 平方，这个就等于最后的 Q 函数。他把这个部分当作是 a 函数，把这整套当作是整个大 Q。那这个 L 就是前面输出的这个 L。这样以后我要看到底哪个动作最好的时候，我就找 a hat 是什么，模型预测出来的 a hat 是什么，我是不是就知道它最佳动作在哪里？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它透过一个巧思，把 q 函数拆成 l 函数跟 a 函数，
然后去做连续动作控制，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吗？好，那这篇 paper 讲完了以后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里大概就这篇 paper 就是 ChatGPT 的这个基础啦，它用强化学习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好，那我们再讲一些啦，这个现在就是大量出奇迹嘛，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篇 paper， 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哎，这两篇 paper 啦，我觉得很值得一提。这一篇 paper 啊，是在说我现在的模型都做得超，现在大家模型一个做得比一个大，那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做研究啊？这个大家现在这个我们国防医学院，说这个GPU 说这个长官投资了很多，花了很多钱，这边有军医学的长官啊，动不动都投资我们，说什么哦，我们已经很投资你啦，已经投资你10000000嘞，投资你20000000嘞，一台这个什么巴卡机，哎，你们动不动就说要10000000要20000000，我们都已经给了，我们投资超多钱了，哎，可是问题是现在 OpenAI 动不动就是用什么几百张卡来训练啊，那我们八张卡可以做什么事？来，这边朋友可以告诉我们做什么事？他说啊，我们的模型啊，不要，我们现在在 training transformer 的时候，我们现在如果要 training 整个 transformer， 那100张卡都不够用，那如果只有8张卡你要怎么用？他说我们在这边可以加一个小的结构叫 adapter， 这个 adapter 在这里就是你 transformer 到这里以后，你在这边加上个小结构啊，你前剩下的所有参数都可以 fix 住，我只训练 adapter， 那我的模型表现一样可以做得很好。就是说你现在大家那个 Google 啊，或者是 OpenAI 啊，或者是他们一定会开源他的模型嘛，没有商业价值才会开源，有 ChatGPT 他就没有开源嘛，对不对？那他把那些他们开源的模型弄出来之后，你就 fix 住所有的层，这样就不用训练了嘛，那你就只训练这个 adapter， 这个 adapter 的参数量就很小。那他这边设计了 adapter 的参数量啊，那好了，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他这篇 paper。我们看最重要的一张图表就是刚那张，那我直接告诉你它的结果，它的结果就是说我这个结构可行，我只要有我大部分的参数都可以 fix 住，我只要 training 1% 不到的参数，这个模型的表现就可以表现得很好，跟我训练整个网路意思是一样的，这样听得懂吗？那这个就是小模型，这一种为模型加料，这种我就觉得很棒，因为这是在这个时代，大家动不动都100张卡、200张卡、几百张卡，小成本的穷人可以做的研究。不过这个穷人也不怎么穷，穷人也有8张卡，是不是？好，但我没有说，就是我们讲的穷人是说跟 OpenAI 比，如果现在在这个时代，你如果没有 GPU server， 那你已经不是穷人了，你已经是乞丐了。这样可以了解吧？好，那这一篇文章我也觉得非常有趣，非常值得大家一提，这是大家可以做的事情哦。这篇文章在做什么呢？现在 clip 大家知道 clip 的概念吧？ A photo of a 什么？来，这篇朋友很有趣哦。他说，哎，那图呢？来，这边 paper 来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大家在用 ChatGPT 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你直接问他，比方说这个一问他一个数学题目，问他说这个什么就是，哎，这个就是什么有这个就是有什么，他有五个这个网球啊，然后买了两个这个啊，然后这个什么啊，他这样问完之后啊，你直接问他答案，他大概都很难。就是或者你直接问他5+3等于多少，他大概有时候都会答错。大家听得懂我意思吗？好，那我要怎么样去让已经训练好的模型让他回答正确答案呢？他的 idea 是这样子，他 idea 是说，哎，我应该先给他一些范例，举例说，我可以这类似给他一些提示，这样的。我先说，哎，你看哦，5+3等于。哎，5+3=8哦，这个7+4=11哦。那请问一下，3+2等于多少？那这样子，透过这样子的方法，这个东西我们叫它 train of thought。
train of thought 的意思是思维链，思维链的提示可以让 large language model 回答的更正确。这样子为什么可以回答的更正确？因为这相当于是一种 future learning， 因为你给了它一些样本。5+3=8，7+4=11，这是不是相当于给他两个 supporting set， 给他两个 sample？ 接着我再问他，那3+2等于多少？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这相当于是一种 future learning。这个 train of thought 怎么样利用？就是怎 ChatGPT 或者是这一种大型语言模型，这个 OpenAI 训练出来，我怎么善用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这样听懂我意思吧？不，这个不需要成本哦，或者说成本很小，不需要成本是指说不需要几千万买一个什么巴卡机这样。但是那个，但是这一种它的模型的效果提升也是非常吓人。一样，结果我不看，因为我直接告诉你，结果它这种 paper 可以发出来，结果就是我很棒。好，这样可以吧？好，这样，那 AlphaFold。AlphaFold 我实在没有时间讲，我们今天上课都已经上到8点。AlphaFold 就是这个 AlphaFold，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主图，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主图哈。哎，这个主图很重要哦。AlphaFold 是做什么嘞 ？AlphaFold 是做蛋白质预测。蛋白质预测它为什么可以做的比人家都好嘞？我们来看它怎么做的哦。我们就看它这张图就好了。它做了什么嘞？你给他一段序列，他不是直接就是预测哦，他先找 database 里面，跟这段序列很接近的，也许是鱼的，也许是狗、老鼠的，也许是鸡的，很接近的序列，把它一起丢进 model 里面做预测，预测完了之后，把这些结果一起中整起来，再回去丢过来 recycling 回收三次，再做最终预测哦。所以他其实是有用这些其他动物的样本来做类似去做提示哦。他做的其实是 future learning， 这样懂我意思吧？那他这边有两个 part 啦，一个是做这个就是相似度的这个，然后还有这个每一个氨基酸之间他们关联性的这个矩阵 structure 的这个 data， 然后把它丢进来。好，这个他，然后他 recycle 了三次，就是他重新预测了三次。他预测完结果之后，他再做一次，再做一次，再做一次，三次才做 final prediction。所以他其实是有用到这个就是 train of thought 的这个 prompt 的这个概念哦。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吧？这篇 paper 我不细读了，但是他有用到这个概念。还有一些很经典的论文，好，这个三年级有报。这个博士班有报嘛，对不对？没关系啦，就这样就可以了。好 ，Uber VIT 很有趣哦。这些啊，算了，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好了。就是这个，大家有空再看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今天做了一个总结啦。我们这门课已经上完，到花时间上到8点，这个也是很不容易啊。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大家现在看到这么多了不起的 paper 出来，这个大家，我真的是觉得。那个会大量改变我们生活那个时刻快要到了，那技术上也都可行了。现在问题只是，也许 data 不够大，也许那些有几百张卡的大公司，那些有几百张卡的团队，这世界上没有太多个，就那几个，绝对10个以内，或顶多20个以内，这样懂我意思吗？那些大 team 没有几个。那些大 team 还没有做到的那些地方，假如说那些大 team 现在还不是很 care， 给你一张病理切片，叫你自动打报告，他们觉得这个市场太小了，现在还不做，对不对？但是迟早有一天，那些值得做的题目都做完了之后，大 team 总要再发展，他们也会做到这些地方，或者是因为技术是普及的嘛，对不对？资源，那假如说我刚用 adapter， 我也可以做用。很小的模型做出一个类似的结果，对不对？所以这些了不起的应用，这些会改变我们生活的应用，会一个一个接着做出来。我会叫它，这叫通用人工智慧。这样懂吗？就是它功能变得更多了。所以这一聊，我还是蛮鼓励的。大家
学完这节课之后，这门课之后，就算你还是不会写程式开发 model， 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可是你至少要了解哪些任务、哪些工作，它在未来，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人工智慧要解决它已经在理论上可行，只是还没做出来而已。那就是五年内会看到的，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吧？我觉得这件事对大家未来的生涯规划是有很重要性、很重要的工作，因为现在学校教育还没有，就是学校教育还，你看 ChatGPT 一出来，那个学校教育马上就觉得哇，这个很困难，这个改变非常难，改变整个学校教育或什么，改变现有整个社会体系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是我们虽然还在这个方式，虽然说这个一年级的同学，你们未来当医师的时候，那个世界一定是完全不一样。我看三年级的也差不了多少，就因为你们，但是你们离得又更近了。一年级我看，等到你们五年级的时候，那个临床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可是现在学校教育还没有改变，那你们可以先做好准备。你们了解这些知识之后，你们可以先做好准备。你们知道哪些事情未来是会一定会有 AI 去做的，而且会做得更好。那工作不会消失，人的价值不会消失，可是人的工作会有调整，会有还是很多工作是只有人能做 ，AI 还是不能做的。即使到现在这个时候，理论都还没出来，都还没有办法有那个理论去做。人目前还有哪些是无可取代的东西呢？我跟大家讲，我个人认为。人在整合多，人在收集资讯跟整合多方资讯做判断的能力，还是机器很难做到的事情。今天你们如果今天在场大家大部分人，很多人是医学系的，大家以后要当医师，病人的资讯现在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被收集的。主要说这个病人，你可能你们以后去临床以后。我们可能会摸一摸这个病人，摸一摸这个病人皮肤的弹性，摸一摸这个病，看一看这个病人的脸色，这些资讯现在都是没有收集。现在有收集胸部 X 光，现在有收集这个，现在有收集心电图，现在有收集 CT， 现在有收集 MRI， 但现在没有收集这些东西。在你们在四十年前，这些胸部 X 光。CT、MRI 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那一辈的老医师，他们是靠这些东西吃饭，就是靠这些触诊啊、经验啊这些东西吃饭。那随着资讯化的进步，大家慢慢的在至少在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大家越来越强调要有图、有真相、有依据，看着这个才有诊断。至少目前为止都还是这样。我个人认为以后。因为 AI 这一段会做得非常好，那人的价值会又在那四十年前的那些东西去体现，因为那些东西收集不易，资料收集不易，就你总不能一个病人进来，所有事情你要怎么，你要买多少摄影机去装多少 sensor， 你才有办法把这些事情全部都记录下，没那么容易。那对于补充这些资讯来讲，人脑就蛮重要，人的感官，人的脑，在收集这些方面，我认为是很有价值，这是我的看法。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你看完这些 paper， 你是不是认同我的想法？你是不是觉得以后有可能会往这个方向？那这个是一个 open question， 我给大家思考。那我们今天上课基本上都上到这里，好，那我们这节课就结束了，谢谢大家。